我们录完音原本想说救哈弟，然后就哎、欸、看你在跟哈弟玩，因为我跟朱古力在玩。修跟小玉米吗？那后来、啊、后来才把小玉米救起来。故意夸张？可以啊，我的 OBS 还没弄。可以啊啦，开。可以啊，可以可以。我要带你们去网瘾课了，戒网瘾课了。那是什么？新的名词出来了。公三回，应该是新的名词。我不会去查了，这次我不会去查了。没有，网瘾就是网络成瘾。网络成瘾，成瘾啊！好，成瘾，网络成瘾了。爬豆路，爬豆路，明明就不是。所以还蛮顺的，人家是那个呢 ，SHE 的 Ella 呢，性爱成瘾了，怎么办？啊，好好讲话，不是好好讲话了，他性是相信的性，性，我讲话，不想听你讲话，没有很想听你讲话，赶快用八点多，耶，八点了，啊，就这首歌。填四个轮可以五打五，五打五，要不要把背水一战禁止使用？最近都好像用那个就很，最近都好像是都是那个技能翻盘的，技能六六六。今天暂且不使用哦。啊，但是加罪恶值的可以，因为那双方都可以用。嗯，好，好，好。那我们就来随机分队，分起来，分啊分啊！这是波怪兔兔队，波怪兔兔队，波怪兔兔队，对，是波怪兔兔队加杰克，加杰克，波怪兔兔队加杰克。波怪兔兔队是除外的，我是除外的。下面可是感觉下面比较弱势哎，还是再换一次。有吗？我的直播搞我、啊，花法还是菜逼吧？我们再换一次哦。矿工还行啊。好，随机分呐！耶！耶！好大不要了，好多呢，感觉越来越强了，好像是越来越强了。我问号，这次把我换了。哎呦，很混乱哦。有，你还 OK 啊？巧克力哈基跟我才是在一起的。没有跟吐司喵过来了。对，还行啊，还行还行，有大洗牌，可以可以。大洗牌，对啊，大洗牌，欸，上面技都还会哦，方法也会打人呢，方法本机，本机的界面很可怕的，对，一刀秒人，超可怕的，界面王国都很可怕，玩一些有的没的很可怕，这些都把我们多到爆，不要忘记哦，就这样子哦，好，一个人都可以随意嗨起来，好，各奔东西，拜补，拜补，拜。拜啊，不对，是我要拜。对，是你拜。拜拜，就是哇，这感觉真的很平均啊。嗯，还行还行。哇，这要怎么玩呢？本机玩刺客哦。上次我那矿工被刺客刺一下就拍了，欸，我就说他很可怕，哦，超可怕。嗯，而且还会很骚扰他。嗯，就是认真 play 哦，我手加，哎呀，上面换矿工，你们先选，吐司喵要什么？他刺客果然，是不是？哎，他还在上面，他没下，是好下来。吐司喵，你要什么职业？我不知道我可以干嘛，完蛋。你要挖挖挖吗？可以。這個，我想来挖挖挖，欸，你上次才挖过，再挖一次，挖了下一场就不用挖了。要人骚扰啊？杰克骚扰啊？骚扰是什么？孤狼对不对？孤狼是蛮强的，你也可以刺客骚扰。孤狼就是单兵呢，嗯，对，单兵。他记啥？我是守护者，我想守家。嗯。
好，那我刺客。骇客不能喝药水。赎罪会获得铁。那我当骇客。好。十五格内会回血二，今天只两杯。OK。大家都下好离手了吗？翻新了吗？还没，还没，还没。哎、欸，我一个月礼拜五没开台了、欸。你可以那个、啊，你可以，那你可以玩玩看孤狼啊。孤狼其实还蛮强的、欸，单打独斗很强。对啊，因为他一用技能那个就很强，而且你死你可以玩免洗，因为你免洗的话，你死了复活，有技能 CD 又重置啊。OK OK OK， 哟吼，让我们这个阵容走起来。然后聊天室忘了打、啊，要开启，现在都要开启，先开启。哎、欸，怎么还没开？哦，走起！你的队友在附近感到拥挤。哦，对，你会虚弱，你单打的时候是最强的。环速而已，没事没事。哎呦，聊天室开了，聊天室开了。我的插广告居然是灰色的。你重整一下。耶、yeah, ！我要去对方家玩了。走走走。哦，土司喵也是没有先打附魔他、欸。好、哦。好、哦。好、哦、对。他们家附魔他还在、欸。等一下，我们挖。好。还在绕圈圈。来来，木头木头，我们会给你。给你木头，这样会不会让你很拥挤啊？很拥挤，好拥挤啊！你害我死了。没有，你刚才被超多人的啦。没有，他重点是要 不能有队友啊。我还没有输哎、欸，哭啊，输不见了。那我的建议，我的建议，我的建议。反正反正没有输。我跟你输，我跟你输。我输了，我输掉了。你不会输。没问题。借你读书，上面有很多笔记哦。你们以前是会热爱写笔记的吗？画重点啊，不是、欸，我是专门抄笔记的、欸。一个就好，一个就好。可是我是那种书不喜欢上面画画太乱七八糟的、欸，真假的？就是上面画画吗？就是有些人会画重点，然后画的乱七八糟，我就觉得就是书应该好好的，干干净净的。跟新人一样，画重点乱七八糟。不是啊，有些人画的，你看那个便条纸这边贴一张，那边贴一张，然后这个纸这边画的乱七八糟，那边也画一堆重点那样子。我用到便条纸那个真的很用心呢、欸。那个不能接受。我自己是觉得画重点，通常其实你很少也会再去读。啊对啊、而且通常那些都会画了一大堆，然后就觉得根本就每个都是重点，全画了。对啊，就是我如果说我自己要做这种笔记，就是自己拿一个另一个笔记本，另外记，就是不会在课本上乱记的一堆。我还是会记在课本上、欸，可是我都是很简写的，就是我觉得那样自己才会看，然后别人看都看不懂了。哦，哇，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，字会缩很多啊，然后或者是。写的很快又不好看。哇，那是什么燃烧？还是他键盘就燃烧？他键盘燃烧。贵族，当小雨是贵族。他死了，耶！哎呦，已经杀起来了。繁星，你的技能是不是残血再放会比较好？是。嗯，他什么？对，他技能，繁星的技能残血放，他直接补满血。哦，我刚刚想说，你都是先放再冲。没玩过啊，不玩几阶死。我要进，开始越来越会了。嗯，等一下直接上手，直接起飞。嗯，主持人的箱子里有装跟盾。好，多的铁大家就自己来啦。好，那我要去农经验了。爸爸，尖叫吧，爸爸！等下你这装备是不要的还是？有了有了，反星的那只重点就是要有书跟有头，有头没掉，不愧是反星，跟哈基不一样。哎、欸，你每次玩掉头，你的头都还一直掉。我每次死掉就是掉喷头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还有喷裤子，裤子都是哎，裤、欸、子是跟你打的时候才会掉。
不知道为什么跟你打，就把我，哎，我有忍者，有忍者，刺客有刺客。哎，计划现在刺杀下属，他也想要脱我裤子啊！哎呦，看看比，看看谁比较厉害啊！你们这两个比，看看谁比较会。嗯 ，OK。你不能团团不在，然后他怎么没贴了？偷你裤子？他怎么没贴了？有，这里还在排队。哎，有隐形的，有隐形的。哎，他又来了，又来哦！哎。衣服哎、欸，好痛哦！矿物都被拿走了，哇！力量三，然后斧头暴击一下直接秒。哎、欸，你方身上，他死他死他死，没事没事，我吸到，刚刚东西都在我身上。这里，哇！那个头盔巧克力，地板要赶快发光了。哦，我的装都爆都掉了，好多惨，哎、欸，太惨了。哇，因为前期就可以这么恶心哦。嗯，他前期恶心，后期就是，我觉得他那个速度差不多要来了，救命啊！太快了吧？下午，因为他可以，欸、而且他刚刚还是早上、欸，中午、欸，哎，刚中午打的，中午还有虚弱、欸，哎，然后还是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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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你！他时间很短，时间很短，哦。看他真的是跟鬼一样啊！还行，他还行，还行，真是很会玩这个职业呢。就是每个职业其实都很强，就是会玩的其实都很强。嗯，对啊。他现在就是开始要用免洗了。嗯，他不穿装啊，疯狂免洗过来。干扰。然后装备起来，他也没有免洗了。要等有发光才比较好打啊。嗯，变得很难挖嘞，随时要小心嘞。哦，我顾你好了。哎呦呦呦，他杀了繁星，在他们家，在他们家。哎，他基本上一定是双手忍刀啦，才可以隐形用力量。哦，我觉得是双忍刀，我还没有 get 到这点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双忍刀才可以隐形。哎，对对对，双刃刀，直接强制隐形。可是你手上还会有刀。啊！我先把附近的两格草都打掉。然后他已经到中线喽、嗯。没事没事。他应该是用技能砍死你的吧，杰克？没有没有，他是普砍。刚刚在中路有一个会战。好。然后他剩三滴而已。我刚死掉，灯光光啦！哇哇，他很会拖哎、欸，这里，你很会拖，那你可以直接放箱子就好。刚放箱子就好了，只剩一条裤子，坚守我的裤裤。顾你快挖，有人又想来了。他没死过，所以他技能应该没那么快。他死过了，他死过了。他死了，他死完了。他来了，巧克力小心！他直接去……哎、欸，我看到，看到，有看到就还好。水哦，还好，他没输了。很快又会来了。嗯，我顾我顾。晚上哦，他直接可以休态休态休态，连忍刀都不用拿咯。It's show time。Showtime！ 你怎么不去挖绿宝石了？怎么样？我们绿宝石、欸、他走过去了，他拿双刃刀走过去哦。好，目前没看到，我、哦、看到了，巧克力小心哦。好，一起上他，刚好在中间。他有粒子效果，刚我没看到。哎、欸、哎，下去附近，那是你身上的粒子效果。不是真的。哦，对，巧克力附近这边，吐司喵，我打到了。打到，先生，他引不了，哦，所以，我可以吐司喵，那这边交给你挖喽。好，抓小偷哎、欸。疯狂抓他，反正可以去乱他们，乱爆他们，让他们知道这个痛苦。
我看到力量效果，哎，从中间走过去，好有机啊！在玩什么？我在他们家，偷打波波，波波在打那个挖红金马了。主持人记得要死之前可以。你回家，你回家里面。但是我觉得对，尽量跑，他那个斧头暴击直接死哦。你就去尽量边跑边挖，边跑边挖，我看到他了。毕竟他使用技能会发光，记得吗？对，嗯，法法别跑，你快跑！他们的矿工是谁啊？法法死掉！没事，他死了。哎呀，刺杀成功！举盾，举盾，举盾，举盾！你们盾，盾来着。先吃饱，先吃饱，吃起来哦。他回去，他回去，他回去！我不拿盾好对哦，哭啊！他不是那个，好好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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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反正那只没办法拿盾，不要打死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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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哎、欸，快第二阶了，快第二阶喽，第二阶了。他往铁走，他干了什么？土司喵，你铁豆放在身上吧。有。要被偷。我现在挖不了东西，为什么？哦，有人。哦，你用技能，那技能是30秒无敌，但你也不能做事，不能做，就只能移动。哎呦，剁萝卜啊！吃到人啦，吃到人啦，阿贝。哎呀，晚上不吃，白天才吃。对啊，你的简装，波波还在我面前脱妆，有何不吃呢？我觉得你们怪怪的哦。那就在我面前脱妆，我在干嘛？一大早就在做奇怪的事情，哦、让我也很害怕、啊。原来是波波让你害怕了，我了。换牛排。附魔台。哈基哈基，这个。嘿、hey. ，喝康，喝康。绝招促进器，哎、欸、啊啊！他喷掉哦，对哦，要放箱子啊！我发现哈基，你这个箱子没事，我用半砖。好，那上面打不开，刚刚有 TNT， 后面有 TNT， 举盾，举盾，举盾，这里哦，直接炸一个大洞啊！剁他！我觉得要就是刺客要免血，就是打完一波你就给我死掉，这样子好像比较好，因为技能就可以一直用。对对对对对，那个270真的有点就很可怕。哇哇哇！哎，又过去了，又过去了，两把刀子的啊，两把刀子，有两把刷子啊！哇塞！在里面的东西，聚宝石也在。哎，土司庙破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阿老商店区，会飞的刀，会飞的刀。中午了，中午了，他没有那么可怕了，还是很可怕，还是很可怕。他那个用隐形技能直接来。土司庙，你绿宝多少？我们要不要直接发光？你这样就可以安心挖了。怎么样？七好像有铁吗？你给我，你给我，你给我。我箱子有15个，然后这里有4个。17。七，那应该。再一颗。呀。发起来！发大财！在对面。没错，还敢发财啊！发大财！哎、欸、哇，死了！喂，天兵，天兵那边被他砍了。哎、欸，可是绿宝还在我身上哎、欸，没掉。哎、欸，没掉哎、欸，我杀掉，我杀掉了。嘿，绿宝没掉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嘿，为什么？不是的，你什么职业？
骇客，骇客。好，刚刚矿物有掉，可能是我在跟村民交易。刚刚是喷红石跟绿宝那个青金青金子，可能村民帮我 hold 住了。哦，哦搞不好丢在上面 hold 住了，可是他在我身上。哦、不晓得，很神秘，神秘。隐约在蹲经验喽、哦，我也在蹲经验。兔子喵有没有铁？给我一点铁。大战，好刺激。也没有，有黄金，很多。一点铁都没有。没有去挖。好，可以多挖一点铁备用啊。本机，他现在没什么攻击力。我先把宝石挖。他在发光哦，他现在在这种矿工日。黄金换铁。哎，不对啊，这至少有发光啊，所以就安心挖。安心，脱我衣服。我好拥挤啊，杰西克！好啦，怕你打的时候都不要靠过去。那你是在三个包，我到底要不要靠过去啊？沟通沟通。OK OK 哎、欸，那个土子庙没有，你挖绿宝，挖绿宝，挖绿宝就可以了。刚只是询问一下，没事。我刚看到箱子里还有一些啊。哎、欸，我们的附魔台在谁身上啊？没有啊，我还不在我身上，没有，没有。所以那可能那是我喷的。哇！哎呦，哇！打一个大喷嚏。哇，那个燃烧剑好麻烦哦，跑不起来。对，有刺客就有一个贵族去克他燃烧剑。对，你整个人烧起来，你根本就是现形了。因为他只要扣血就没办法，嗯，用那个硬性就没办法技能。哇，被抓到了啊！被波波抓到了，被波波抓了，被他抓到了。他们在附魔了。巧克力可以帮忙弄那个吗？有，我在弄了。哎、欸，本机黄金洞。哇，要看一下，哇，你被冻死了。然后我换掉他了。没事。有发光就多注意一下。矿工光那个矿是不会出来，才好。啊。有附魔台有了，书柜用两三个就好了，用叠的吧。可，哎呀，一个来给啊，四个书柜。可是我现在没有技能，我杀不了人。没事，我先去送。我们来付一点。青金石，耶！让我死，让我死，耶、yeah ！有来，哎，有人来了，中间有人来了，小心哦，没事就好。晚上了，休太，休太，休太，他们还没用发光。我怕他们是累积存轻装备哦我是。可是我们现在也没有附魔装，还好啊。嗯，我去偷东西。本机来了，本机来了，有有有，保护保护。有有，干掉干掉干掉，一堆忍刀。我也是买一堆忍刀啊，比较削。对，忍刀吸到他直接消失。嗯，我可能也要乱他们挖绿宝的。他又来，他又来，好像用技能了。我先退一下。笑死！一二三，三二一。我没看到他们箱子放哪里耶，可恶！哎，好亏哦。哎，他都是裸体啦，所以其实很好打。嗯，对啊，裸体。
裸体本机 ，hentai， hentai。啊，我想找他们的大秘宝，可恶！我刚才帮他们抢，没有没有看到。哎，他们的发光没了。哦、好，好、哦，顾家回去顾家了，不行。本机还隐形。包包用了，反而是用发光了。你先行哦。没事，互换。哎，啊！哦，修修修修修。拿两个盾在干嘛啦 ？biu biu， 比较吵吧？拿盾在那边打我，有毛病！哎哎，弓箭弓箭，他们有弓，他们有弓，来啊！我每天怕死的。哎，你也，我真画的太快了。第三阶段，第三阶段。钻石，钻石，钻石！哎，终于反转！家里，家里注意一下哦。好，我们没有，我们有亮，他们没亮，所以他们可能来一个突袭。发光吗？对，本机来家里右边。要现在买吗？还是？看你画不画本机、啊。他逛商店，他从后侧来了。你怕就来啊，用可以。后面哦，你们注意后面哦。哎、欸，他从那个二楼的正面，二楼的上面。发了，快死了！发了，快死了！他们家是音乐在手，他跑出去了，他跑出去了，他跑出去了。哎、欸，先给他们家开个洞。哇、哦，他好会啊！直接把东西换下来。哦，那个小雨好烦啊！臭燃烧，快死了！小雨无滴血。啊、欸，爸爸也快死了。牛排，哎、欸，有人在打我。那个家里注意哦，家里是本机哦。干什么东西？没有炸弹，可惜。那个、哦、飞天快没了，飞天快没了。啊，又飞起来了，白痴！啊，飞天没了，飞天没了。五十秒中间的绿宝石，不是啦，钻石。没关系，他挖家里就好，中间我们有自己去就好。我挖走了。彪彪彪彪，剁！哎，为什么本期哦，因为他双刃刀持续隐形，还敢隐形。血好厚啊、哦！他16滴。哎，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、啊！你小心，土司喵土司喵，就你就你。哎呦！坏坏，大魔王哎、欸！他死命追你呢。他就是要把我杀掉。嗯，因为是我们经济来源啊。对啊，你绿宝很足够的话要发光也可以。好，嗯。你是发光，我才帮去挖金晶石。为什么多这么多啊？啊，我去挖。那贵族吗？嗯。哎呦，贵族在后面射箭啊！啊，我变废物了。你要双刃刀直接那个啊？有啊，双刃刀，然后开技能，可是感觉伤害还好。啊，天眼桃宝，桃宝，家里。哦，家里，原来都。还好啦，被动了，被动了，还伤人呢、啊。原来也是跟踪他、啊，变态啊！他是想跳出去，没有。哎呦，煤矿物，总觉得不能把他杀掉，不然就是一故意就是他一直有技能，一直有技能。对，但现在有发光就还可以了。嗯。蛋糕大赛，绿宝石一零颗。哎，
碎啦！你这样剁了波波，是不是让他们得逞了？对，感觉他们在保护小雨。你有在吃蛋糕吗？我在吃了五颗绿宝，其实就一个人五颗，蛮多的呢。哎，没有啦，哦，总共五颗啊。我又本机又来啦，哎，还敢来？然后林哥要射弓箭，臭小雨，哎，怎么样？好，先这样子，好，吃蛋糕，吃蛋糕，哦，吃起来，吃起来，水哦，水哦，应该他们没有要追了啦，那就这样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被打退了，感觉。繁星跟那个杰克，你们可以轮流乱他们。嗯，有啊。力量没了吧？有有有，那个本机的力量被我耗掉了。好，不要杀掉，留着。对，他退回去，他退回去，他打我那么痛，应该是力量。耶，绿宝石，耶。哎，本就来了，矿洞，金矿洞，金矿洞，小心小心！可是还是得杀，不然他就一直打到底了。嗯，要追。我是要给你拿绿宝黄金。我去做个铁针。那就一噔噔噔。嗯，怎么啦？付不到好的，你就把它叼起来。啊！叮！斧头扣出了核心，爽！好、哦，我绿宝其实存的很少哎、欸，就五颗。就持续发光的话很难存。嗯，发一次30，很贵。对，他又来了，来喽！小心哦，组织喵。他应该血不多，赶紧换一点了。好，我有，算了，你挖矿。是小我杀掉你啊！是不是小我杀掉你啊？不是想啊，很想，好想哦。呀，嘿，有有有，干掉干掉干掉！我现在那个哇，力量太痛了。我身上有尖刺啊，副尖刺！哎，肚子饿，肚子饿，大家。我不会让你跑掉的，我的猎物。哎呀，要饿大家一起饿啊！我们没发光了，所以可以冲啊！可以，我别来，没来，晚上土星要走了，继续挖，没事。没有，我没东西吃，我的。哦，牛排，去买一下牛排，买一下牛排。哎，中间怎么还那么久？我把挖走了、啊，挖了两次。那个，本机来家里了，本机来家里了。好。哇，一下就死了。对，哇，代表他至少用到了。主持人，你怎么不贴上打？我跑不起来。他饿啊。我的。喂，他死了。好，装备喷掉一点。打。还敢打？还闹人？哎、欸，然后他就有发现喷绿宝石，它没有光哎、欸嗯。是啊，它不是矿，它这是分成两坨。哎，哦，这是红石、青金石分一坨，然后绿宝石分一坨。脱掉你的衣服，脱。哎、欸，完了，本机来了，本机来了，本机来了，举不了盾。哎，你还能跑啊？你还能跑啊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还没了，还没了，还没了。啊。
哎，快死，他快死，我也快不行，我快不行了。哎，来来来，哎呀，小雨来了，小雨来了，中间他没有装备。有那个看有没有捡到剑哦，剑掉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有风二，你不要连挥，你不要连挥，你不要连挥。又是这个，又是这个，我要杀人。好，一样杀到了，没事。水哦，你们水下看看有没有风二的剑。我顾家哦，好像有哦。起飞喽！有，起立到了。海苔，水哦。哎，牛排又掉了，然后是裤子。起飞喽！对，裤子跟剑。没有剑，有裤子。啊，可恶！波波应该在我后面吧？哦，没有，有人在家附近。人。哦，对，哎，发光没了，发光没了。来，好，那你交易箱子。哦，波波又挖了钻。脚步声，我刚听脚步声。啊，发光就好了嘛。没有哎、欸，没真知道哎。主持人有发光吗？小雨冲过来，我觉得很可疑。哎、欸，小雨是屁王，小雨是屁王，他变屁王了、哦。对，哇，难受。他第一次，他第一次哦，完了，屁王小雨。主持人，你要不要用那个发光？后面这个箱子，好，出进去。可以用黄金去换一点，可以。哦，现在那个、哦、死了会扣生命哦。好，嗯，至少知道本机应该不会、哦、一直冲了。嗯，可是换的第一个人一直冲了。他们用天眼，他们用天眼。那个啊，他们会冲过来放屁啊。啊，食物带满了，今天带食物。嗯，牛排一定要有。他又过来，他又想放屁了。他想放屁就把他拦截啊！哦、哇，他直接在中间放屁耶！哦，他一直凑我们两个。哎、欸，那不要杀他，不要杀他。你说他技能会比较久啊？对对对，因为他也不能打人，他就只能放屁。他的存在就是臭。哎、欸，土司喵，你怎么死了？我在买发光，哦、在买东西那边。对。绿宝石还在、欸，至少一，有人冲进，坏人啊！他就是这样子去洗那个，这样就可以又去死掉了。但我觉得有发光之后应该就还好。嗯，有了，还没屁就敢来？哎、欸，又屁又屁了。那个小雨有那个灵魂碎片，他有技能快，所以等一下还是要杀他一次。好。因为他这个屁的时间太快了，跟原本不同。肚子不好。对，老塞了。屁王的时间的掌握，我可是很知道的哦。虽然不晓得为什么会知道，已经很熟悉了。他的速度太快了，有问题。他手上在拿加速器啊，气死了。哦，又臭，他臭。他剩四滴，可他跑太快了。你的汤，追不到屁王。好，换掉，换掉。耶，我走了。我走了。我喝啊，这炖汤哦，好可怕、哦，我不想再想喝。我们要来骚扰发发。哎、欸，我也想转转看呢，会不会有机会啊？你也想当吗？我之前又来凑了，又凑啊！我刚刚应该在波波旁边，我失明了。对，是他凑，还想砍我。帝王不能砍人呐、啊，帝王走开啦。帝王啥都不能做，就只能放屁。超了解的啦。你又说，哎呦，烦心你左侧，我右侧。然后去骚扰发发，好啊！裂了，没有发光，我现在一马当先。
转职找谁啊？我怎么忘了？那个职业商人。哦，痛痛痛痛！啊，转蛋嘞！我先退一件。抽奖不是吗？抽奖那是黄金，黄金先留着啦。黄金哦，好好，等你长到屁龙再来。那多杀一点人去换那个书好了。哎，哎呦，干掉爸爸！打我退。你用完技能跟我讲，我就可以。不用完了。啊、我刚吃汤的时候顺便用掉了，有点多了。我刚试引擎效果是不是？哦，哦，他说显示说什么？因为你受伤，隐形效果消失了。哦，他还有隐形效果，你怎么那么强？你因受伤那是……哎、欸欸，又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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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女王小女婿，哇！女王蜂在他们家，在他们家，但是很多只，我们可以一起上。一堆工蜂，他们打不到女王，他们打不到女王，可他们超级靠近他们家呢。趁他们在打的时候冲过去啊！肯定要死！哦，又放屁，又放屁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还会中毒，快跑！肚子不好哦，小女王，他工蜂都飞过来，他们工蜂打了很多了。工蜂走开！工蜂是八七八，然后自己被肩膀刺到，然后那边哇哇叫。那女王蜂飞很高，我们可以趁现在再多照他们。哎、欸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哇、哦，现在放完，放完了，放完了。你看他也毒了自己队友，不是吗？就我一个、啊，掉了。睡睡睡睡睡，这个等我等我啊！好不行，我太弱了。喂，谁？小雨走开！怎么样？去挖绿宝石，去挖钻石。好。喵喵，确实被杀死了。谁杀到？没人杀到，没人杀到。时间到，时间到。不要不要快死！不要不要死！不要不要死！我要死！我要死！哦、掉好多东西哦，中间掉好多东西哦，那是我的尸体。哦，捡。啊！一二三四，要干掉彪彪，可是装好像没吸到。哦。没吸到他装，可惜。可惜。哎，今天我放右上角箱子哦。嘿呵，嘿呵，嘿呵。他基友在。一点附魔装吗？有，我在尽量想办法赶快弄出来。小雨又来了，来，他想靠近我们家。欸、本基尼，他往中间转，没有隐形能力啦，没有，没有发光了。哎、欸，没有发光。哦，痛痛痛痛痛、欸！哎呦，哦，是吧？你们应该没了吧？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他们的发光没了，所以要去。哦、了本基刚，你往里，往里，往里。也不够多，也不能这样子叠，用那个黄金买铁、啊，一比二、哦，又放屁哦，气死气死，吓死了！我的小雨感觉又有加速器，要再杀，他手上有，他刚刚有换，啊、嗯，哦，没事，我以为，嘿，都先打一下确认一下，每个都要先拍一间确认你是谁。屁王，谢谢，去，交、哦、给你了。哦、那个哈记，那个助听器给我，助听器，助听器给他，放夹子，箱子。屁王哎、欸，你可以互动，你可以互动。哎、欸，我的技能我走还是两百多秒，我的上一个没有重置掉哎、欸。哦，那你几次？那你小雨来，小雨来，小雨来，几次？一分而已，还好。我下去。屁屁屁屁！啊，不是说小雨来了，口袋掉了，口袋破洞，口袋破洞。我的，吓死我了！你不用怕，你不用怕。土喵，土喵发光了，阿布就厉害，我毒死，厉害，我毒死。对对对，你，哎，他那个宝啊，哎，屁王的毒会毒到死。对，那个本机来了，本机来了，本机来了，要发光，要发光。
屁嘛，再屁啊！小雨，小雨的那个掉了，小雨的掉了，没事。OK OK。打我啊！快点打我，打我！对对对，哦，不打我。我想死啊！我要去这边，你去溺死好了啦。找河豚啊！土司喵，你黄金可以换绿宝，黄金换一个绿宝，换绿宝，对，然后就可以发光了。现在发光蛮重要的。好，哎，你家很漂亮哎，我拿到你的黄金了，我走了。黄金大道，漂亮，家很漂亮呢。我偷了一波回来，啊，我要被毒死了。没事没事，有人在挖东西，有人在挖东西。我在挖木头，在挖木头。哦。土司喵，喵，那个绿宝可以吗？来了，再换。啊你先在家里的箱子里啊，你可以看看。水哦，没事没事。我重生，我重生。没事，好，看个仔仔细细。突进去，我在这里哈。我放第五阶段，第五阶段哦。搞了，那个放箱子。你们可应该蛮难挖的。钻石，钻石，钻石，走走走走走。走走走。做一把钻剑。哇，我这边有五颗钻石哎、欸。十等，我要去他们家玩，来赎罪一下。哎、欸，他们的东西放在那个天选职业哈基屁王了，我们去吧，两个屁王哎，去吧，不是吧？啊，算了，哎、欸，我骇客不能喝药水，你不要害我。哦，对哦，装备都给你了啊，箱子里有四个灵魂碎片啊，差一个，你们等一下打一个再来。没有，现在没有。我有身上有一个五个了，可以了。啊，这是双方都会选。然后他们的财产全部放在黄金的那个上面，不是有一个箱子？因为我刚刚看小雨在翻那边箱子，应该是在那边。哦，屁王也可以有机会偷偷啊，倒是两个屁王。繁星那个箱子里有附魔装，你可以拿一拿。哪一个？那个秘密箱子。哪里有秘密箱子？下面对，低头。哎，对，下面那里。太秘密了吧？为什么在游戏中影月会来订阅我的台？为什么？影月怎么可以偷看我台？今天不是五号吗？怎么就有要看了？对啊，我今天没有哦，什么都没有哦。这把还差十天。利佛罗佩兹，利佛罗佩兹，罗佩兹！哎，本机冲了，本机冲了，本机冲了！巧克力，啊，有。还用灾难，还用灾难，完了，被爆了，被爆了，这没办法。哇，一下，对，一下没事，没有，就是一下是两分，发光，发光，发光，对哈，对啊，哇，亏，你刮起才亏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小雨可以砍人？他不是屁王了吧？他可是他咬的骨头呢？他可以拿铁剑呢？嘿。会受伤吗？我刚看他，我刚被他砍有伤害。风，因为他是虚弱，风力够高吗？哦，风力够高的样子是不是？哇，我的促进器掉了。点名，回家回家回家。点名，土司喵，回来回来回来哦，回来了回来啊！哇，跳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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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，罪恶值减少，有了。我刚刚想说他为什么可以砍得动我，臂力够强吧？真的要把发光换一下。走，双屁双屁双屁，你等我还没换零一的土司喵，你绿宝、哎、有人来了，他屁了，商店商店区商店区有人来了，好，一人屁一下，我拿，又来了双刀的，后面，我老放不能打，我不能打，副手的东西还是会喷掉，不会。副手不会，那我为什么刚出进去会喷掉？出进去会喷掉，出进去当然会喷啊！出进去死了就没了，你吃饱吧，你吃饱吧。出进去不能死的，我换一下哦。没食物了，我刚不丢地上给你？哦，你有丢吗？我再用一次天眼哦。好，这我们最后一个喽。好。你们冲啊！你们冲啊！你们冲啊！哈基先，嗯哼。
我帮你补回来的路哦。够啦，你们轮流 P 可以完全 P 死一个人？可以哦，就等他雕雕十秒嘛。对，雕完之后下一个人去雕。可以这样子 ，double 啊！戳到自己的啦！没有，是他凑你吧？还是我凑到你？他凑到我。刚小雨来中间凑。哦，你们都很凑。互相凑凑。哦，为什么你可以砍人？你坏坏。对啊，你看他可以砍人，下一次就不会有这个可以砍了。居然还能砍！因为我刚刚想说，哎，屁王不是完全虚弱吗？小星星，繁星点点，经验归零。啊，碎啦！他没促进器啦。做个脚脚，他记好了吗？他在中间了，他在中间了。你先。好，那等下我五秒，三，我们先捡星星吧。我觉得先去 P 那个家里的好了。好，我去。Let's go。P 爆他们。等下有人要挖，我不要挖钻石，快点，堵他。对、欸，我死了。哇，被抓到啦！哦。P 王要比那个，他先 P 的话，我后面 P 的人，那个我自己的雕那个凋零会不见。哦，后 P 的有优势，后 P 有优势，对。哦，我在捡星星，他们星星有点多啊。对，我那时候是设计，就是附近所有人都会凋零，然后自己移除这样子。他们捡比较多。我去 P 家里，他们三个在用三件，有人在用经验值吗？没有。经验，你说捡星星吗？对，就是有在捡，但是他们核心剩一个，对不对？对，剩一个。好好好，我刚赌了他一下。来了。哎、欸，我在打人，家里会守，你们弄他们。哎、欸，他们加两个，星星被他们弄完了。没事，我本来就没经验。好，波波回家。哦，差一点。我们发光结束了，嗯。哎、欸，哦，都没掉哎、欸，太幸运了吧？喂，互打一下。他记得你有挖的东西吗？哦，又屁。有一般稿子而已，提稿有两只、啊，你要吗？那个本机来了。我来了。我坐在敌方家。啊靠北。我九秒，我等下再去他们基地读一次。好、哦，来，我去读一次。哦，好了。对，他们一个用屁，然后另一个暴击，凶，又发光了。好，图书喵加油，我们还力宝都要持续。有，可以再发光一次。你有漏吗？啊，你中毒了，你推点吧。中毒一分钟，哇，剧毒！这个汤有毒，我怎么相信他？可恶！这个汤有毒，有毒啊！哭啊！你有没有漏？刚喷掉漏。哇，好像那边有小雨的东西耶，好香哦，好想拿哦，好香哦，拿！这有点变态，这句话。是啊，就感觉好像有东西，他死命在手那里。你那边很难拿。五十。Yeah. 不对，弄隐约好像没有用。他们的守护者在核心附近会回血，所以没有用。对啊，还读外面的吧，读外面的，你读他们那个啊，阿法或者是。快击！我怎么快跑啊？快跑！变矿工了！嗨！而且已经第五阶段快结束了。哇！我去，我买那个再换啊！家里可以有够就可以换啊！家里还是有铁啦。哎，发现我们一起上，来好，好，走。好像不够，敢不敢打？
来啊来啊，不打不打，我去打方法。他不敢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差一个。哎，上他，我们一起上。他退走，方法死吗？是是是是。他退走，他退走，我刚力量。哎，我们的发光是对没了，所以矿光要小心哦。他血不多，他血不多。我去用发光。小姨还要发光吗？还要发光吗？因为快下一阶段了。可以啊。还是直接亲他们其中一个人？我觉得亲怕亲不好啊。哦，是的。啊，本机在换东西那边。对，就是你不用发光，就可能本机一直乱。对。不行，真的。他一刀就没。哎呦哦，你刚刚那个冲很好，波波要冲死，波波冲死，所以所以哦，我刚刚先冲他，推啊，知道啊，被吃走了，就知道，说不对，就知道杀人之后直接跑到我们家挖，就打不到啦，有事吗，小雨？绿宝石够吗？要直接清吗？还是我用钻石去换啊？钻石啊，可以换绿宝石啊。我觉得用发光吧，因为你清到本机是加成啊，是他们有加成哦。随机清除那个哦，无敌哦，合金无敌那他们无敌，他们无敌啊，没他们要来冲一波，他们应该想要冲了。没有这个是那个他们要，他们有那个加成，他们有弱势加成，然后他们合金无敌，他们现在要来冲一波了。我要换什么？换四十五。先打架，他们三个要出来了，准备打架，准备打架哦。小雨，本机先打。哎，本机舍。小雨有加速哦。好，小雨在后面，你们后面，他绕过去了。隐约被堵了。踢到了，我被堵了。正门隐约，他有点缓。他们死三个，感觉可以罪恶自己，是不是啊？小雨哦，小雨还没玩躲猫吗？还敢躲猫吗？哎，圆，你要拼的拼，他拼这一波，捏捏掉啦，想走不准，有干掉，稳了，哦，哎，土石喵，哇，绿宝石是不是不见了？你是不是没？对，你看吧。哇！不早点清，握手，尴尬。没事，赶快在家里箱子有一些铁，弄农庄。运气不好，对。哎，我这又有那个，还有想放屁。其实我还拿到一个。哎，家里小心屁哦，家里小心屁。然后我拉远一点，再屁他一次。啊，然后换他屁了，他躲不了，换他屁了。哎，后手比较有优势。嘿嘿，还敢屁人呐、啊？没事，我们要挖起来。嗯，我手拿到一个箱子。抱歉，我丢了我的头。杰克在哪？杰克在哪？我在交易上的这边。来，箱子给你那个五个碎片，你可以换。哇，感谢。你这样就促进器更强哦。意外之财。多的钱。八个黄金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召唤师哭啊！强欸，可以啊，很强欸，好像可以、哦，这阶段的，你召唤绿宝僵尸，对不对？绿宝石狂狮，哎呦，好像可以哦。嗯，反正现在我们其实不太需要绿宝，我们那个已经凑不了三十，就随意花了。像在桥这里，桥要来屁了，桥要来屁了。哎，哇，太扯了！哇，这波波，你快过来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！到你们了，到你们了。我的天！我的冷却还在上一个技能的啊！来，东西有点少。嗯，抽一个准。你看家里是什么？我没读到。太会了吧！因为在家里，快点。嗯。波波来了，波波也来了，波波也来了。他们一定会。那个送刀流的也来了，送刀流的也来了。对，来了。快点，他开始，云月开始。你虽然总是打我，不打云月。我还怎么样？快点，你可以退了。
你打不赢他。有没有食物？有没有黄金？我来打，我来偷挖，偷挖，偷挖。啊啊！他走了，他走了。不用理他，不用理他。有打波波，打波波，打波波，波波，给我你的装。我是喵推，我是喵推。哦、神经病都来了，神经病都来了！不不，给一堆铁，不不，给一堆铁啊！让毒上自己人了，让毒上自己人了。Oh, sorry。有。起死回生，起死回生。哦，小雨。哦，他把你给毒死了。智商高大赛，绿宝石还好，不用理。哇，绿宝，全部换黄金。哇，你们两个都被凋零之石。没事吧，我赶快先弄起来。家里还是要，我还是顾一下好了，免得被逆转。可是我们要顾啊。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那个骇客。好好好好。我多去屁几口。蛋糕吃蛋糕，都忘了吃蛋糕。对耶。很饿。可以吃个一口就赢了。什么时间的还在挖矿啊？他们也在缺矿物资源吧？法法吗？还是左侧哦，左侧的波波来了。我去拿书，我去拿本书。哎、欸，本机哦，本机在。波、欸、波拿着稿子，他想要去考试。本机在家里后面。哎，家里我在，家里我在。那个漂漂漂，麻烦处理一下。啊、没事。听稿哈，听稿。送我一本书。核心不用怕，核心不用怕。我们只要撑得起来。正门。不不不不，侧面来了。他击退好远。哇，他装很硬哦。装很好、啊。喊他一滴血而已。土司庙在怕什么？你们撤退，你们撤退，不要靠近波波。哎。哇哦，先手。有有，干掉干掉干掉。哇哦，好有力量。马上换力量，什么装啊？保护式的装，疯了！这么哇，保这么会堆，对啊，我想说砍他一滴血，这个不能拿。哦耶！还有牛排吗？耶、yeah, ！我给你，我有。好，前面有八块，我前面有八块。好好，很多很多。他们，哎、欸，土司庙，你装备哦。已经被打掉了。你已经家里箱子放铁，至少有铁装，至少铁装好啊。我先放。哎，好，我再去劈一口。Pickle， 我去 Pickle。哦，我的 boss， 他进绿宝石给你。哎，刚刚有那个绿宝就可以换黄金，你就可以拿来买东西。嗯嗯。云云一直守着，没有守啦，只在那边而已。真的那边哦，本机来了，这谁？隐形？哦，小雨啦，小雨隐形啦，白痴哦、喔，好，他今天放了，没事，家里有在看。他会飞到我。他一个人在家而已。哦，没有，还有一个人。我砍他。哎、欸，家里，家里，他从后面，两下而已，哎、欸，出去了。换小雨，哈皮尔，谁河豚？天哪！我杀了。那么河豚桶吧。来河豚，毒掉。挖屁股。土司庙，中央无限矿物。我挖好慢啊、哦！感觉内战骇客还好。有骇客就真的是要过去挖的。嗯，小雨在头上。土司庙铁装，然后牛排。小雨来了，要干掉。哇，他们中间在挖哎、欸。没关系，干挖。他们剩几分钟而已了。嗯，现在6-14，就不要死。90秒。他们感觉都真的要一举入侵了，不然没机会。对，
我们趁势4-2，只要守住就没事了。守住？他们是想冲吗？一直在那偷看，在偷看。婆婆来了，婆婆来了，婆婆来了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，隐形的，隐形的，隐形的，隐形。门口不要去哦，门口不要去哦，门口拔了，拔了，拔了，拔了。我丢的，我丢的，我对门口丢不答案。哦，门口不要去，门口不要去，家里用怕。无敌令，无敌令，无敌令。睡哦，有有本技师，本技师，本技师。Happy Happy Happy， 但我们有屁音乐了，会屁音乐了。哎，谁在后面啊？彪彪彪卡住！哎，哎彪彪走出去哦，还敢跑？你都干掉！哦，对啦，对啦，哦，最后一个彪彪哦，你刚无敌令碎。我想说他们要冲了，我手上一直扣着绿宝石啊。这个太棒了，这绿宝石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真的太棒了。对哦，厉害。刚本进来挖后面想想来，嗯，然后我们口丢一个炸弹堵住他们另外两个人，所以哇，这场哇，不能再冲，真的是差一点点小雨，我们这边也没想到杰克最后有扣了10颗，是要放无敌，超猛。我一直扣10颗，想到最终就一定会入侵什么的，先扣个10颗在手上。还有对那一波无敌很关键，差一点哇！对啊，太过分了，竟然还有来赶快丢炸弹来堵你们路。来了，不要！你说什么？我臭，你们比较臭好不好？你好，你先臭，你们最臭，你们两个还轮流臭。我是天选的，害我们两个人都变臭了。我是天选王，我是抽来的，我是抽来的。哦，你哦，小杰克，我是杰克抽的，然后是天选，然后最后哈奇变成矿工，那变矿工去，好好笑哎。一场3个屁王哦，到时候继续都要看一下。对啊，而且小雨，你知道一件事吗？后屁的会清除凋零。哦，真的吗？哦，对对对。那我是指令设定是先让周围全部都凋零，然后自己再清除，所以后屁的人会清除掉。后手的比较强。哦，那这样子，我第一次当屁王啊，我不知道。没有，那时候我们也都不知道是他自己讲的，才知道。有了，我们这边很熟屁王的，对。有资深屁王，就他自己还判断你屁的时间太快，代表你有促进器，然后赶快杀你。不是，这是你判断的，超屁王啊！而且装备，波波装备太扯，宝四装没有宝三呢，宝三吧？你刚刚掉一个宝四角角，哦，宝四就那个而已啊，其他都宝。夸张，砍你一滴血是怎样？你也很夸张，红砸你也不痛啊！我一个枪，还不是被你清掉了？对啊，好开心哦，开心哦！可怕啊！矿工之力发800多，发发这是到后期还在挖，一直被那个本机乱。对，那个刺客乱。刺客，你知道他怎样？我一开始铁装全套，他斧头一个暴击，一下死20滴，直接死，对吧？好狠，很夸张。这个太可怕了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好恐怖。之后看看发光药一定要绝食。再nerf一下那个刺客，刺客那个刺客那个一刀斧，那力量应该要比较强一点。然后没有没有没有，时间差不多，但是刺客在发光期间，刺客在发光的期间血量只剩一滴这样子，然后后头收变回来，好玻璃哦，对，就是对强度一样在，但是他就是变脆了，但其实还是可以啊，毕竟他一斧一下一个那个就。很可怕，真的是刺客，他就害我们就是从头到尾发光到底，永远不敢停。可是有那个发光，每一次都没到绿宝石，发光对啊，就不晓得为什么绿宝石没有掉，等下再看一下，因为是矿工啊，没有没有，我也是啊，你打死我那次也没掉，嗯，好，神秘哦，再看看，哎，为什么小雨，你屁王可以打人？哎，对啊，对啊，打一滴啊，打一滴而已吗？对啊，对啊，都只有一滴而已。我是有虚弱没错，可是我打可以打一滴。
有用锋利武器的话打到。对啊，我是拿锋利。哦，对，那你要我想说，我想说 P 王不是没攻击力吗？我说你可以打人，快吓死了！我还一直打，还一直踢到自己队友。有啊，直接被小雨踢到，这样就对了，这样就对了。我抓不准那个距离，好远哦！我是说跟莫打，然后你过来，我就想说，哎、欸，那我不用退啊，我跟莫在一起，反正一起屁啊，对吧、啊？我是这样子啦。不行，没关系，我这一起来承受这个臭屁，有够臭。屁王，这有三个臭屁王哎、欸，臭。然后后面哈基变回矿工了，变成矿工，变回矿工。我们就说太嚣张啦，你们太臭了啦，后面臭了。整场臭气熏天，一个半场，一人两边，完全动不了。对啊，他一起跑到那个我们的房子外面，然后左右开屁，啊，屁完再来，臭太过分了啊！哎、欸、哎，虚弱九九还是会打得到哇？欸、就用封地，有封地的话就会打得到，还是有一滴、嗯、哦，好。啊我们今天观众场很久没有一样的地图，哎呦，哎呦，我以为过新年了会有新年的地图，会有乌龙，绝对不是地图有问题啊，好不好？绝对不是，地图有问题，找一个地图，然后结果哎，使用他说要 1.16， 为什么奇怪？界面不是 1.15， 然后 1.15 打开什么都没有，原位生存，原位生存。绝对不是有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我们要去中介挖核心了。对、啊，这样把不要关注进来。好，要玩什么、啊？刚刚玩泰克玩得很开心。现在是本季这么累，在测那个游戏平衡的。那边很强。要玩的、啊，都是外面起的。是。本季根本夸张，他不管玩什么地图都变得很夸张。真的。有点梗，你要不要去打电竞啊？你要去 speedrun， 嗯 ，speedrun， 这种 speedrun 有个打不赢的，要不要加入波怪突突队职业战？啊、有没有底薪？有没有底薪？没有。那个打战也打不赢的。我们这个是职业歼灭赛、职业王国赛，还有职业金控围城赛。我已经忘记我这个指令哪一个哦，找到了。发发，你可以玩个神射手啊，神手可以狂射。真的吗？要被鸦片了？对啊。没有吧？对啊，神手可以狂射。也要射得到啊。没关系啊，我很准哎、欸。好好好，你射。你看他那个爱心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哇！嘟，这好像不同的游戏。啊，你放出箭的时候大爆射这样子，那个伤害会更强。没问题。那我能召唤师。哎，召唤师现在好忙哦，我那天玩召唤师哦。还好吧，我觉得你是说召唤师还是结界师？结界比较忙吧。结界召唤结界师最忙啊。然后接下来是召唤师，因为召唤师要那个啊旗子，你要拿旗子，然后帮那个僵尸加油，很好啊。加油加油，后期也很强哎、欸。对啊，因为刚哈基不是就是在家里放一堆僵尸吗？对、啊，我那个僵尸我要挖那个都挖不到，我去，法法打不死，法法说我要怎么办？我说那你跑好了。僵尸咬一下有装备的直接半血，很痛啊。超后期到后期的时候超后期的僵尸真的很强，后期僵尸真的很可怕。对，我那时候看到影院，那时候满血直接剩十滴，有点慌。对啊，我就想啊，我一下就赶快跑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死了！我公司有心结啊，我的装备还不是说没有附魔，是有附魔的、欸。哇、哦！但是他就是 AI 笨啊，所以对啦，就咬了一下可能会卡一阵子，再咬一下。怎么了？你的 AI 没有？是说那个僵尸召唤僵尸召唤。后期真的是让僵尸伤害很高啦，哇、哦，还是很高哦，很高。我刚刚穿超痛，装备有附魔，虽然不是全部很高的附魔，但是被咬下一半的血，哇！所以其实他也是蛮强的，对。是，但是在会战的时候，你就只是等僵尸在动，你自己是很无力的。嗯，而且那僵尸会追谁也很难说。对对了。
我们只是至少因为最后那个你们亲友亲到土司喵，我们绿宝在他身上就没了。哦，有全在他身上哦。对对，正要原本也是要亲你们，然后我们就想说啊，算了算了，那那个绿宝你就拿去招僵尸。哦，那个时候那个土司喵被亲掉的时候，他们的那个财库被清掉了。对，我以为你们会分开哎啊，没有，是刚好给他亲哦，正要换啊，正要换东西，然后还在犹豫，先打架先打架。你就很好运啊，一次清财库，然后一次清我的账户，一个财库，一个武器库被你清掉了。对，空了，对，我忘不了那个国库空了，国库空了，完了，国家要灭了。有有来有，我觉得很开心了。但是你清完之后，你来打，然后你就送了一堆铁，我觉得有装备了。我身上有铁啊，有啊。你知道那时候我还没有铁，连稿子都做不出来，我还正想说有没有人有铁，然后哎 ，biu biu 刚好过来，然后死掉，哎，有铁，没事没事。那我没仔细看，我以为身上没有铁。对，但还好没有其他种啊，就只是有一些铁。一般铁也只是到后期都是废物，但是因为我被擒，所以很重要。你还敢说他是废物吗？你感谢送礼，雪中送炭。你对得起那些铁吗？因为是你来的、啊，就有点不太想要啊。好，买，要都买，爸爸爸爸。感谢爸爸给波波铁，让波波送去对面。哦，是这样子哦。原来是这样子的。我们的财库送给前线，然后前线转头去送给你们。东盘商，中盘商，对，赚一波呢。白痴哦。啊，各位选择好你们的职业。好了，你还没选。哦，哦，开门。哦，开心，好、哦，开心。两个矿工应该够了吧？够了，够吧？这矿哇，很快呢。这里有人买的。要选什么？那我掏金好了。哎、欸，哇、哦，在一起。没有没有，我原本选矿工啊，我原本选矿工，为什么？我想说好像没有掏金，我去选掏金，在一起在一起，天哪，在一起在一起，选给你选给你选，我等下后期就转掉，我会转掉，转币王了，有天选吗？我转币王了，那我们双召唤师啊，为什么打到一半，你愿意给我订阅我频道啊？啊、什么时候加会员还是那个 YouTube 吗？对啊，那是自动扣款哦，自动扣款哦。你想说还有 gank 是不是？多一个人、哦，我来偷看你的台了，你知道吗？还趁我开台，然后还直接来哇！你很忙哎、欸，我的天啊！天啊！我要守塔，你懂哎、欸？要打前线哎、欸，原来只是自动扣款，自动扣款。边打架边抖呢，太猛了！他说多十一个人是对的哈。我有拉一个帮手过去，他们有人跳了，没事，就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大家加油！啊，不对啊，哈弟，我订阅你了，那你没有放水一下？对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我在旁边只有放屁而已啊！太臭了，太臭了，放水不放屁吗？对，没有他放水屁啊，水屁，哎呦，超臭！你内裤刚内裤湿湿的，喂喂喂，哎呦，各叫各位准备走起，好，好，狗狗出发，哦，刚那个水屁，我现在完全，哦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天哪，好宝脏哦，谁呀，好恶哦，小雨还会打木头，我天啊，还会打木头，对啊，我要努力，哎，我捡到人家的木头了，好爽，对啊，为什么会捡到人家木头？对啊，为什么？你们都不努力啊！这不是亡命奔逃？没有啊，淘金者不在挖，淘金者在挖铁哦。我没有去挖木头。对啊，这是我也有，我也有，我有。淘金者快挖木头，快挖！快点，快点！我不挖了，不挖了，不挖了。挖木高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召唤师挖不了啊。要给你，我这个你这么辛苦，一定要给你的。真的是挖超慢。我已经果断放弃了。哇，你挖那么慢，然后你还第一个做合成台，你怎么都想不开啊，小雨？我做的，这我做的，这我做的。我
送给小雨，还敢拿白金盒子拿？没有啊，我还有一个啊。不要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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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不要用，都不要用。爸爸，我想要木头，你为什么不做一个木斧？木斧？哦，对，木斧吗？我看他那边拿木头去打木头，想说这样子会比较深比较多吗？并不会哦。拿木头，同性相吸，酷哎、欸。有的那个是木材，认识一下哦，啊、你们很合。不行，金晶石，金晶石矿，家里金石矿。来了、哦，他们很 bad 哦。帮你叫卫兵。石头，骑士。哎、欸，帮他做铁的，给那个啊，给巧克力。害我一个紧张 啊！你下次，我等一下就换屁王，全都臭你。没有，你已经臭我了，我好臭啊！欸、没有，没有臭你，刚刚不是我臭，对耶，对啊，刚是我、啊，好好讲话。哎、欸，真的很意外，你竟然没有变偏。给你们这个，我又没有选，意外怎么？我是看我身边的人一直越来越臭，逐渐越来越多了。这是什么？近朱者赤吗？近墨者黑，同样的道理吗？稳啊！这样是姚大曼，姚大曼。我告诉你，有啊，念 heart 吗？召唤，铁树丝，给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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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你看这个，不签错了，什么、啊？有什么东西？可以去跟杰克拿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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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觉很好喝哎、欸，厉害哦，应该是杰克来的拿铁哦，拿铁哦。不知道为什么听起来怪怪的啊？为什么会怪怪的？啊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其实是国家啊，国家嘞、欸，对啊，那国家来怪的。拿铁，普罗旺斯拿铁，哦，好咸哦，做香菜吗？不要，不要，美式拿铁，哎、欸，有这种东西？美式香菜。有美式拿铁、啊，有美式香菜，美式香菜、啊。你知道拿铁香菜？拿铁就是牛奶的意思吗？就是美式加牛奶的意思。对。所以我刚刚在想说，你说怪怪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杰克的什么东西让你觉得浓醇香？Oh my god！ 你们哦，你们超级夸张的，你们污染我怎样吗？是不是在污染我这样子？哇，你就不要拿杰克的拿铁啊！我不想拿，我不想拿。在旋转我，我尽量。哎，我的僵尸下去游泳了，他变成尸，他会变成尸，很强哦。这个，你确定变成尸很强？哎、欸，而且我好像是哪些矿可以招僵尸，还是每个都有？全部都有，不都有？你去换那个吧，去换那个书，职业介绍书。哎呦，职业介绍书啊！对，我去读书了。你有什么没有说、啊？你被刺客是不是？是我被歧视。你有什么？你被歧视了、哦？你被歧视了？歧视哦，很怪你。哦，他这么凶啊！他是种族的呢，直接歧视你哎！红石是树枝，烧起来。他是不是种族啊？铁。我木头超多，我拿回去放。厉害哦！木头。哎、欸，哇！金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来说啊！哦，那一般用铁的还不错。来，给我青金石，给你青金石好，我还帮你大爆射，大爆射，哎哎，我射不出来，哇，好啊，天哪，卡住了，哎，我射不出来，怎么办？帮我断桥，我就说啊，你这样要射得准，你不是说刚刚说射得很准？你射不出来正常，你有箭矢吗？有啊，哦，你可以找哈基，哈基可以教你怎么。对，哈基很厉害、啊，教你怎么大爆射。对，我觉得你们这样，你可以跟哈基拿拿铁哦。哈基什么都会哦。哇，这是哇，哈基会教你哦。放弃而不能拿斧头。你跟他取餐，他会说你打出来。打字啊！打出来，打出来。这里有一个，就有冲过来了，水油水油，我好饿。哎、欸，他们有弓箭手，我盾牌，食物呢？我食物，他们已经轰过来了，
偷妖了，我以为是小偷嘞。那他们有冲冲冲冲冲，哦，内心有，我知道怎么射了。好，我去让他们会射吧。哦，你是哈基斯跟你讲了，主要你还是要挖红石换剑石。没有红石，我们这边有红石很多，红石很多。对，我们有。刚我怎么听到很不得了的东西啊？那个什么？有马，有马，有骑马的，掉下去了。骑马的，有骑马的。那个楚河汉界就是让他们马过不来。然后。他马掉下去我就让马他死掉了，死在水上，让他马马死在，让他马马，马马很难过，马马很开心，马马很难过，僵尸做事，马马就好的哟，好的哟，你们铁装都好了吗？没有，我还没穿，没有，还没，因为还没穿，来换一换，很忙啊，还不是被你抢走了。我帮你做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除了裤子都要，除了裤子哦，那我先，所以是两件衣服嘛？你猜啊？左边有在慢慢铺路，左边有在铺路，先裤子，还敢铺路啊？好痛！两双血鞋，召唤僵尸，衣服喷光哎。好，那要三件衣服喽，有听到？多一件衣服了，等一下啦，太多了啦。你的订单有点多哦，你要处理一下你的订单。我们现在那个海运不好啊，现在海运、那個、啊，这个那叫合运租车啊。我那个他们都知道哦。验证呢？我在星星石道，我也在星星石道。那个大军屠戮，大军屠戮了，我们守不住了。大军，大军，大军，大军是谁？大军是谁？长板桥武圣那个啊。哦，大军啊！哎，我放这边，你们自己那个哈。对，我呀。好。我、哦、没有裤子，抱歉。没事没事没事，继续挖。发发，那我改挖黄金喽。你怎么装都没有，发发。好，那挖黄金。我、哦、那你挖，你挖了，我要走了，我要走。好，你请啊，你先挖，你先挖。然后不要吵，我来挖了。OK， 你先挖，我用石镐挖，我用石镐挖来。他走了。我 OK， 你先挖。我 OK， 你先请，你先挖。我们那边一堆弓箭手，有，成为你最强的前盾，算是对。我去清，你要什么？我去清矿喽。哎，踩到了，有人来了，有人绕进来了。哎，骑马的，我东西全部，很气。啊，你谁叫你要乱踩？有鬼，好，这个谁坏人？我的东西，水上一堆敌人啊！救命啊！我怎么只剩下鞋子？我的东西连鞋子都没了。哦，对面真的一堆哦，快点哦，救命哦！超多的啊！阿基爸爸，哎、欸，你真的是赤裸裸的哎、欸，裸体、啊、裸体熊猫。撑一下，撑到第二阶段，你们又有装好不好？好，为什么？黄金可以换体啊！对，直接换。耶！啊，好痛！我看不出来，我就死了。我也是。哇，我衣服又喷光了。都收起来。我已经全部都没了。大家又来了，不行，我要先穿这个了。你死一次就全喷。哎，那个家里后面哦，绿色没事。好。我很快流的亏钱。电影我。电影吗？这个稿子我是可以用填的。他们把我们封起来。你在旁边可以吸到铁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淘金的，淘金的，嗯，的技能，这是魔术。Magic power， 你是全部在等铁的意思吗？没有啊，我只是走过路过来这里休息一下而已啊。我只挖这四个铁的，另外你们其他你们挖。好。刚刚黄金谁拿走的？换一件，换一件铁跟食物吧。好，传心那个书柜是不是在？书是不是在那边？我这边有30本。好，我你要取餐呢？我在这，我在你后面。得来速。哦，还有一些木头给你。有人在敲玻璃，有人在敲玻璃。哦，有人在敲我们家核心，有人在敲我们家核心。敲核心，我没武器呀、啊，我掉了。村庄被攻击了。村庄被攻击，居然敢攻击我们村庄！我们的村庄，
哎、欸，又来了，杰克。哇，跑掉了。哈，没有买就是个闹钟、欸。那个后面，后面，土司喵后面。我不要。后面，后面。这个惨叫。啊！打不死。绿宝。耶、yeah ！这样子有六只。自己先做装备，自己还没有装。有的。看一下。这里没有合成台。爸爸，你是不是偷我的铁？哎、欸，我好人，给你们，我让位。他偷我的。缺铁的家里有铁，缺铁的家有铁。哎呦，他们发光了，好有钱哦！哦，他们好像要进攻哎、欸，哇、哦，他们要进攻了。那你就揍他。好。射爆他们。他们 host 了。他们 host。下面的，下面的，下面的铁，下面的。需要一点力。我忘记中中了。没有哎，这牛排怎么那么抠？你抠一人四块是在抠几点？挂死了！我要买，我要买。好麻烦，那么多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我的装。你又死了吧？我再死一次、欸，哎。哎。是你刚刚就裸的、啊。没有，那是我把装放回去。我来保护我们的家园了。好吧，小心，我们这个意思就是，哦，会很多的、啊。干净哦。嗯。他们有西瓜，他们有西瓜，他们西瓜射击，打爆他。啊、他们骑马跑到家里也太坏了吧！哇，哎、欸，他们有跟他讲说过山不停要收费哦。他们这铁矿，铁矿，铁矿落山了。对，哦，落山，落山。哦呦，要出去了，刚做好衣服又被偷走了。然后门口，门口又一堆在大爆射，你们挖挖矿的小心哦。好，哎、欸欸欸，出事阿贝，金矿洞，金矿洞。有个骑马的进去了。努力送他僵尸啦！哇，那个骑马的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好的。金矿，金矿很严重哦，被入侵喽，外来种来了，超多人，外来种来喽，外来种，外来种，挡，外来种挡不住啊！打死，把这马杀掉了，帮我衣服，给我钱，杀他，夺装，给我钱，给我钱，去去去，夺了一个，夺了一个。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还有很多，给我钱，还我的剑，修修修修修，不要跑，生生生生不息，不要让他走，可恶，哎呀，我叠起来了，叠起来了，他们有那个五十，贵族有贵族，谢谢，啊，跑走了，哦，吓死了，没有那个铁针，铁针，我以为是谁，不用抖，不用抖，抖啊，骑马的，骑马的。马德马德，碎碎碎，马死了马死了马死了死了马死了马死了马死了，后面还有敌人，后面还有敌人，我死了我死了。嘿，哎，这边有个地道，哎，太酷了吧！厉害吧，我挖的很酷吧？厉害，酷炫吧？觉得孤单，酷吧酷哎！快挖快挖，僵尸来帮我！有发现这会发光？有哎，有青金石吗？有很多，音乐音乐在哪？对，有青金石洞。铁铁铁，不在这啊！铁不在这啊！土司喵，剁他！铁家里有一些铁，家里有一些铁。你说，你说你现在看到这些亮亮的是什么？是不是？对啊。你挖有几率爆炸，要小心哦。哈，真的假的？假的。他没有射中毒箭。然后你越输贵有钱哦。啊？输贵，你赶快挖。输贵放好了，放好了。最主要是挖绿宝石。哦吼。好哦，对，这么高、哦。后面骑马的，后面有骑马的。你冷静，干嘛吃河豚？你要你要弄什么？你要弄什么？我低一点的，我低一点的。哎、欸，你们前前线都没人了，哇！他反而准备跑了哦。我帮，我帮，要跑是不是？好，先跑了，抱歉。准备而已，准备而已。好好好，你跑的好，跑的好。人来了，人来了，来了，要绕伤，绕伤。全线失守啦，又不行啦，掉进陷阱里面了。啊、哦，我掉进陷阱里了。哎呦！很呱很呱呱哎、欸，那我把铁针拉过来好了，好好讲话、哦。嗯，很夸张呢，对不起。好哦，我这好深哦。啊，这里。那个那个，巧克力。哎哎、啊、哎，箱子箱子箱子。这里
有漏洞哇！不好意思啊，拿这个啦，你们拿，哦，不能拿，你要拿什么？这里啊，这里，我只能拿十字品，十字品，好，我等下弄弄看。很夸张哎，这人没事，我靠僵尸，我靠斧头，你有装备就好，就给他吧。那个箱子，箱子有些东西哦，发发底下箱子有武器哦，大家有。对，乐色死的哦，还是会跑嘛哈。有，我把陷阱先踩了。啊，还是不行，还是不行，快跑了，快跑，快跑了，痛的哦！啊，天哪，剧毒三秒，黄金，什么多的脚夹哦？家里箱子里，门口都还是很多敌人哦。嗯，你自己小心，我会适时的巡逻。哇哇，哇，他们中间是直接被他们占领嘞。对啊，好多人哦，好凶哦。有我们必须要揪团啊！他们中间很多人，哇，喷超多东西给他们的，哇！你刚刚没有存起来哦，没有，哇！中毒箭在哪里？太有钱，这中间河道，他们应该捡走了，看他在那边绕一下，对啊，亏啊！看他绕了一下，应该是捡走了。那个骑马，骑马，骑马，打那个马，你要回去啊？要回去，不是贵族就是先烧他马，烧他马就对了。中毒箭石哦，有好毒啊！中间有防弓箭，中间防弓箭了。哎，很忙很忙，弓箭没了。好大，啊，没事，有杀死石石。哦，他掉很多。有那弓箭石，弓箭石。一群人在这边洗。干嘛不进？在那干嘛？我不能打，不能打那个。说话。那小朋友去吧，紧急沟通，本机上了僵尸，哇，僵尸掉下去，好，吃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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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好，我太前面了，有人，金矿洞有人，有，我来帮你守护。哦，碎掉，他刚刚有没有射进我？弓箭结界，有没有缺衣服的？有一个战骑士，那个骑马的，骑马的，我把他的路给挖了。你很棒哦。放水疗，流疗，疗，谁？哎，哇！有人偷打我，打回去啊！对啊，是哦，偷袭我！钻石对不对？绿宝石僵尸，强化冲啊！狂狮，揍他们！左勾拳，右勾拳，左一拳，右一拳，呵！没有你，大家一起收一拳。有隐形的，啊，进来了，哇，好骚哦！我痛痛痛痛痛啊！我晕了，我瞬间被打死了。后面剩三个，是隐形的，是不是？那个骑马的，骑马杀了你。哦，臭马！啊，剩后面一个啊！我被追击到了，喷了21个物品，是什么鬼？哦，他在商店这边，是的 ，nice。我又裸了，绝对是可以穿铁装吗？基础铁装了呀，发光哦，我发光哦。不，你要不要来青金石洞？哎，哎呦，被站下来了我。啊，左边那右边那个是谁？哦，来，这先给你，这先给你。骑马的又来了。有没有专辑？谢音乐，爸爸！哇塞！哇！我想要专辑书。弯着脚。那个一什么的，那个要小心他哦。很凶，很凶哦。他骑马，你看他骑马，他那个骑马力量啊。对。他后面。可是喵，你的那个燃烧剑就多打他的嘛，他直接冲过来冲进家里哦，那个。哦。家里发光的是吗？滴血，可恶，没死。OK 呢？金时空呢？小心哦，他在门口。先打了一批啊！有什么任务？占领？中间可以吗？占领中间。应该不太行哦。他马收起来了。后面有骑马的，后面骑马的。我在等你摸完摸。哇，他们进攻了！痛了，太痛了。中间应该不太行哦。我的道具。哇，我的控制好了，在帮忙。啊！哇，好痛哦！去吧，僵尸！上了，控制！节制克星！哎，我又把旗子掉出来了！哎呦，
你为什么要把鸡丢出来？你要带他，带他，带他，你哪里没有？哇哦，被打死完了，可惜了。你知道我天打被 DP 的时候，我是故意在他们的正下方，所以打到他们。对，梦哦，小招雷，好晕，好晕，好晕，我死掉了，刚好被打死。哇，他们用失明剑士哦，这么开的吗？他们很开哦，还有中毒哦。嗯，好晕，哇，好晕哦，这有点穷啊。超晕，没有铁了。有杰克有金吗？刚刚去换绿宝石而已，要等一下。有人想要来用经济石洞偷挖？转职要怎么转职呀？要买还是你要铁？你要买要打三个人，打三个人拿到这个东西去换。打三个人？对，打死三个人会有打死人会有灵魂碎片，用那灵魂碎片可以换。哦、嗯，痛！谁要青金石？哇哇哇！小雨，青金石、青金石、青金石都很多。他这是狂追猛追。黄金洞，青金石上面哦。嗨，谢谢。嗨，嗨！哇，他们攻占进来哦，那个骑马的来了。土司喵在哪里？我们一起来打那马的。我的打那个马的，你拿那个拿一个那个铁就可以了。我没有铁，我们你来，我给你后面。啊，金石两只哦，你要小心哦。嗯，我看到。谢谢。我没有输。可以。进来了，进来了，出来！哎，你出来，出来，许愿出来，他们出不来，出不来。天哪！一堆弓箭，一堆三个人直接来了，退了。没事，我的那个弓箭还在，我没有输。好，他们还有附魔的哦。哦，那个镜子还在就好。镜子在。哦，你刚骑马超可惜。超能。哇，被拿走了，客家商人，客家商人，哇。哎，很妙啊。不太妙，约铁先给你，铁先给你，没事。那个骑马又来了，骑马。哎呦，大家都好穷哦，这边全部一堆没穿衣服的人。我来挖。我是那个。啊，你套近了，套近了。他套近。那个骑马的要，其实要优先。哇，那个弩的一直追上来。那骑马超讨厌。好可怕！我决定空手揍他了。这马怎么一点没有那个吗？没有。我没有剑。没有剑了。我僵尸站站起来，我过去打他。嘿咻！冲啊！是不是？不行，他们外面的狙击手太多了。对啊。我换一点铁在箱子了，因为我谢谢。黄金洞那边也是。打不太出去，没办法。哦，他们都占领了。对啊，他们直接站在门口了，我们打不出去了。失手啦！哦，痛！欸，这里有个铁剑。人都没有装，骑马的要来了。骑马的右边，可以帮我收集三个的那个吗？要换。就现在五瓜男，因为现在遇到骑士的话。要靠弓箭手去射。我有这个一个而已。土司喵对，土司喵你是盯着那个骑士哦。感谢。你主要在中间啊，你不要追过去，你追过去追不到他。他在身上。自杀式攻击，我要把他们打出去。自杀式攻击。凶哎、欸！骑士来哦，骑士来哦。好，先打骑士。等马下车。对对对，你打马的时候甚至可以 1.8 打，因为这样它就动作无法移动。你说就是一直挥吗？还是不要一直挥？对对对，一直挥，连挥。哦，好。连挥虽然没有什么伤害，可是它马就很难移动。好的。哇，他们就是近远都有，难处理。没事啊，远不用怕啦。好饿啊！一秒。哇，我换食物，等一下。这边可以打开，让我们的僵尸可以出去。让素食冲进。哎，毛，在哪？那这个，放了他。干掉一个，有装吗？他刚刚什么？击退冲进来。击退棒棒，买的。就买的。买的。有这种东西哦。马在左侧哦。好。
一个一个处理啊。不可合成的要件啊，这是钻戒。喵马在躲这，你那个不要注意一下。啊，那个马拿钻戒啊。啊什么？不要在结界里面射箭啊，射不出去啊。射不出去。我想说奇怪，一直被射。本机，你射到自己人。哇一下一个。对对对，那很痛。马左边。是杰克，杰克不行挖了，不行挖了。哇，中间点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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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家回家回家。地面效果，他们比较远，他们比较远，我们很近。九十秒铁的，我这边给你。是是，我拿到，我拿到，我拿到，先点名。有有有，他们负面效果，杰克有黄。这里还有一个灵魂碎片。黄金，我去换食物，我去换食物。好好好。你们死掉的混沌之物也可以换牛排哦。好，很缺牛排。对，还有，我要拿去丢掉了。丢掉吗？我去捡，我去捡。天哪，他们又来了、啊。来了几个咯哇，喷的东西喷太多。还挖矿，还挖矿。啊，等下都走不出去了。这里挖矿的，挖矿的，碎。有他有他，残血他残血，中间有点打过去哦，可以来帮忙。好的，后面后面，有有干掉一个。隐形的那个骑马的有看到那个、哦，会有隐形的、哦。超痛，超痛。那马来了，哎、欸，马来马来，对对对，是是是，就这样就这样，指标非常旺，棒哦！啊、哦，他一直往回团回腿，你看马，他马他要留马的血量，嗯，哎、欸，换掉铁子，呦呦呦，烫烫烫烫烫烫，哦，你都在身上，嗯，又会有小偷，小心啊、哦、小心啊、哦，啊，会闪碎啦！哇，那个土土喵死了，我们要小心哦。我们扫贵族，好，扫了抗性。哇哇，发现退退回来退回来。阿基阿基，我那个灵魂碎片，我刚刚我帮你捡了，应该加箱子。我要去了。起灰。箱子箱子箱子，有有抽挖的可以去挖。有有有，我要去了我要去了。哇，刚钻石喷掉，哭啊！哇，马上牛发光，马上。火焰保护，烂东西。我是丢火焰保护，中间有一个过来啊，中间有一个过来，我试着过去看看，嗯，还是可以试着，啊，那个西瓜过来了啦，打爆他，哦、对，那是隐形的，西瓜是隐形的吗？我要跟他天空自流，不好意思，繁星一直让你挖，没事，他没了我才挖，本机在哪？你弓箭手啊？本机在前线，哦，哎、欸，家里家里上面有一只哦，有在他们家里上面。可是我没办法哦，我没放下去。好了啦，不要再了、啊、掏出你的钱。你要盾吗？给你盾。喂，剁死你啊！太痛了，下去啊！跟我空中漫步，飞这么高。好了，不要再追我了。你是谁啦？干嘛啦？等一下弓箭手跟我拿箭手，我有一组多、哦。我马在中间要过去了，他就给我看到他了。要、哎、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那我石头，我拿石头、欸，我要石头。烧烧烧！斧头爆了，水啦！妈、哦，铁斧啊，要做铁斧，做铁斧很够。我没有，我是不能拿铁斧，不能不能做铁斧，不能拿铁制品，烧坏死啊！哎呦！哦，对哈、哦，好可怜哦。对、啊，好可怜。十五伤害一样，十五伤害一样。你在唱风召唤师？哎呦，有没有没有酷酷的？哦、我这边有一些装备，我需要酷酷的东西。哇，酷酷的东西，不要那个酷玩意。我一起需要那个酷玩意啊。我需要。有没有有没有前线近战的？我这里有一个锋利士。啊，我们拿，我们拿那个。
剑石，剑石箱箱子很多，剑石箱子很多，还有黄金哦。哎、欸，马又来了，马那个骑马的又来了。我是正直，我来正中间正输。去去去，当个屁王玩一下。没有当过屁王。青金石哦。因为我们家父母台都没了，在那个我台在找音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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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远很远的地方。在遥远的地方。好醉哦！啊。打了过去吗？骑马又到那个、哦，哎、欸，铁铁铁铁铁，小心哦！哇，两下就死了，太铁吗？铁这边吗？对，太头上绕。大铁红丝。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进去呢？进去呢？好。不行，我铁我不能打架，我身上一堆铁。哎，轻轻自动，轻轻自动，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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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砰，那个剑射手也太多了吧？射手很多，超多。里面保持一组就好了。中一下基本就没了。骑马的骑马来喽！那个我有衣服，你可以去看。不要射，本机不要射，不要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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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对，不要在弓箭姐姐里面射。家里的箱子里面很多黄金跟铁啊，可以用。嗯。Oh my god！ 剑锋高大赛，商店商店这有差哦，这要吃哦，有可以换吗？应该是有东西换了，等我一下。那个骑士，马的把它砍掉了。厨师喵人呢？他不过来，我过不去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你不用主动出击，就是因为他会一直过来骚扰，他过来的时候就砍他的时刻。他们在吃咯。他先过来。有换了吗？换了换了。好。有，我们这边有人中毒。骑士在左边哦，他左边要来哦。有十一个，十一个。睡睡睡。哦哇，钻石！小看我的狂狮啊！哎、欸，前线不要吃肉啊，快来吃蛋糕啊！哦，他们吃了。啊、欸，前线前线，我没有啊，好痛。哦，没事，那个是骑士，那骑士，那个骑士，我把他扭走了。Nice， 没事，图中央，对，刚太慢资源了。可以，关闭。商店关闭了，可以试试看。你就是要想办法烧他的马就对了。对。持续烧，一点八打他。他们死了几个？中间是他们两个，他中毒，哦，碎，他妈死了！中间好像有那个、哦，他妈死了！哇！哇塞！哎、欸，马要到右边喽，马要到右边。你看身上有没有多钻石？看一下。哇，中毒了！对，他妈死了！哎、欸，那谁在对面啊？我你一个人哦。我想说，哎、欸，你我以为你们要来打那只马死掉了，没有，太远了，它太远了，所以中间有钻石哦，可以挖，中间有钻石，刚挖了耶，没搞，这么快吗？很快啊，对，大概30秒吧。我想我刚回来而已，小雨怎么没穿衣服？我刚死掉啊！哎、欸，如果黄金够的话，各位可以去那个特殊商店那边买那什么暴冲石啊，什么石。家里，打不动了，三下没了，他抵开了。啊，他超动，我没办法打的。把他打死。快射3D，算啦，射。前面的弓箭手很可怕哦。来了，我来了。马有马了，又马了。哦，他中毒。对，而且他你要走，没有图怎么样？他会破盾。贯穿弩。好痛。小心马哦。你们要射弓箭，要去左边或右边，中间有抗弓的。嗯，我快死了。小云，哈哈，没有。突袭战，好耶！先往前打一下。嗯，好耶。屁股都是人，快回去啦。对，剩下打。哎呦，黄丝干掉人了。在哪？掉很多东西。巧克力，你是铁不能拿而已吗？对，铁不能拿。那可以拿钻吧？
不行不行，铁不行不行，铁铁钻的不行。谁要钻的来收剑？然后钻的来收剑。那里有一个那个骑马的，骑马的我知道，东西不少，东西不少，但东西不少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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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家里后面，家里死了，在上面看到他了，不要让他走。他去铁矿了，为什么？在铁矿上面，铁矿上面。好啊，得罪了。没事，他自己东西还在原位，他没洗走。有，哇，跑好快哦！有人在我们家放那个出掠夺者了，哇，好帅、啊！跳走啊，跳走啊，跳走、啊！好会哦，杰克，我可以那个、啊、帽子跟脚脚还没帽子、啊、帽子裤子哦，好那谁打前线的？谁打前线的需要燃烧钻石剑吗？是你？有没有有吗？好、啊，那我来拿好了。我不能拿，我不能拿。来了来了来了，红色。你可以把奴给我，不介意。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刚就打。耶！ Yeah! 我终于拿到武器了。问号，你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？我拿剑。过着怎么痛苦的生活？家里的剑石很多哦，还有一组多、哦，大家可以。好的。剑石可以尽量买，没关系，我一直有在挖红石。我可以去挖钻吗？你有机会可以去挖。骑马的又来了，骑马的又来了。同样位置，家里家里，家里后面，家里后门，哪里哪里哪里，他在哪？我把他从后面挖，他从后面挖。哦，谁呢？金矿洞右上角。金矿哦，金矿。他跑超快。哦，骑马的，骑马的，哇，骑马骑马的。哇，钻石剑我掉啊！掉了。哇。哦不。骑马真的太痛了，哎，怎么让你想象？对，我是偷挖吗？没塔，没塔。马的又来了，马的又来了。力量就是一切。你们在这里有空，哎，马马马来哦。饿了，你在这里有空可以偷挖一下我们家绿宝啊。对，马烧到。然后跑，一烧就跑，他是快马来的。杰克，给我可以给我两颗绿宝吗？包黄丝。黄丝啊！马要下来了，召唤吗？对、啊，马要下来了，马要下来了。异世界中间有燃烧剑，有燃烧剑。对，他身上有燃烧剑。本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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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机。没有，他们那个大部分都掉下去了，大部分都掉下去。下面，后面，下面。我盯一下那个，那个、哦、右边。马来了，马来了。马下来了，我帮抛头，帮抛头。这样你们要发光吗？还是要什么？发光其实不太需要。那我这凑亲人的哦。好，可以试啊。留着，留着，我们到时候可以罪恶值一波啊。好，这样。啊，我饿了。不用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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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他试，给他试。我在有一些装。嘿、欸，我、欸哦、怕那个马，那个马，那个马，对。你扒一点，扒一点。有他是马死啊！我一下，哇，一下，很痛很痛很痛！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，是，他终于死了！哇，直接被杀掉了！额外加哦，十颗绿宝石，有没有他的装备？有没有他的装备？我也喷了！有干掉，有干掉，可以！有他的都是铁装，没有附魔。小雨，你冲很快哦！我不到，哎，帮一下，帮一下，帮一下，这个帮一下，是，没事，没事，我哦中毒。中毒，我需要矿物，前面的有捡到吗？啊哦、没事，我在前线，我在前线。好，都有捡就好。没有吧？我要书跟矿物，我才能放技能。哦，有些放箱子了。你哦。好，我去拿。有捡到的装备吗？有箱子下面的，有保护衣的，身上满满的。等一下，我回去放装备。好。啊，门口箱子是有灵魂碎片，已经有放一些食物了，需要可以拿。哦，他的剑会燃烧。对，因为他贵族。嗯。为什么掠夺者是坏蛋？那个啦，中间的，中间那个中间的。快来呀！我现在是有功的。意外之财，哭啊！啊！箱子下面有两三组的剑士哦，你们大爆射，尽量射。射起来，射回去。哎，会不会拿到一整堆？好可怕！他们都在送剑啊，好好。对啊，什么草船借箭呢？真的？
然后他们这哦，这边好挤啊！我中间挖钻石哦。好，好。有些他们注意了，他们有超强攻，他们有超强攻，哦，超痛的。哦，他们是捡到那个强势以上。来喽！走，矿工要冲了，矿工要冲了。好，冲啊！有人踩到陷阱。快收退！对，矿工收退，矿工收退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掠夺者送他们。哎，这边有个陷阱，这边有陷阱，小心哦。上面衣服都快坏了。要叠一些比较出街的装吗？等一下，你要掠夺者来打自己了。要。掠夺者，你干嘛？掠夺者打错轮了啦。也还蛮多的。打我不痛，打我不痛，我来了。把他杀了啊！我杀，我帮你踩陷阱。解决一个，解决一个。我帮你踩陷阱。好像那是。我走了，我走了。为什么有人在叠超高？我那个我弄的。哦，嗯，有空可以附个帽帽，插个帽子。哎，杰克先给你换帽。都是宝衣而已。哦，没关系。右边哦，右边那个。我比较在前线打，骑马的。好，我去揍他。你可以射他，对你大帽射他也很棒。对，那在对面啊，爸爸在对面啊。有陷阱哦，上面有个陷阱哦，上面有陷阱。我踩，你们冲，你们冲。哎呦，换我们，终于换我们打过来了，是不是？凶啊！过桥了，喂，给哦！哎，超重矿物什么？你是你。来中间，来中间。好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走中间，走到中间，走到中间。好重，好重，我好胖。但是你离中间超近，快点！我们现在走着中间，我在背着我妈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好重啊！啊，他们的货司机过来，我好痛哦！哎，我到你了！有，他们扣，他们扣！哎，哦，扣死你了啊！没打到太多钱，没有这个，等一下哦，我等下再放技能。这边是生命结界哦，生命结界哦，对对对，中间站着我挖矿，搞不好你们会拿到。好，哎呀，有侧边哦，侧边有人在射。四秒，三秒，等下挖两秒。右边有西瓜，有狂狮在接啊，狂狮在接，狂狮是。好了，改弓箭了，改弓箭了，改弓箭了。狂狮咬他，狂狮咬他，我来帮忙，狂狮我来帮你了。借箭石，看一下骑马的，骑马在哪里？骑马在家吗？我把打出去了，打出去了，nice， 打飞出去了。右边那个。哎，我很坦，不坦了。不坦了。我可以挡他两下。误会一场。中间，骑马的又出现了，在中间。不怕。哎呦，狂狮血啊！我还好凶，他超凶。狂狮蛇。胃溃疡了。我天哪！阿金，你还好吗？面对骑马就跳到海里，暴食者不能吃东西。他忙死了，他下去挖了。哇啊！瞬间哇，他是附魔镐。哇，他挖得快。哇，秒挖。哎，烧起来。好痛啊！啊！耶，我狂狮又来了。没事，现在压制中间了。压制中。哎呦，不过小心。嗯，有拉拉，一只狂狮就可以烧很多。我箱子放一些还不错用的衣服。要左边这要不要挖掉啊？我没斧头。我来挖。我给你师傅。战歌大赛。什么效果？战歌大赛。第二十秒。哎，马来哦。家里，小心。爆！绕到了。还在哦。这么多钱，找不到，黄金矿洞，前面都没人了，小心哦！来，有，哎呦，哇，又是一下，你有很重要装备吗？哎，还好，他快死了，猜一下，开始，哎，死啦！我好生气哦，每次都是一下就，代替我死掉，很棒，东西比较多。好，你东西比较多，可以。又上有人在射。有些人可以回家吗？这个蛋糕。我刚复活，没有多吃。
我要退火，我买药水，我买药水。啊，有有来了来了，真的打不了了，真的打不了了。先回来，先撤，回来吃蛋糕，回来吃美味蛋糕。怎么这么多？来来来来，大家饿一下，大家饿一下。绿队，绿队超快。没蛋糕，我们自己啊！绿队，我们自己啊！太高了，没蛋糕了，完了，还吃完了，吃完了。队长这样会引爆。妈，马德来了，马德来了，拿来收藏，拿来收藏。88，跑太快了吧？哦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啊，跑掉，跑掉了。去装备的箱子看一下，有些搞不好适合你。好，还有饿吗？需要饿吗？没蛋糕，没蛋糕，没蛋糕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饿一下，饿一下，饿一下。保护哦，你在吃别人哦，吃他们家的。阿基吃我能量，借吃一下嘛。哦，能量，完美完美，还有没有多的剑呢？马在栅栏旁边喽。你说弓箭吗？还是什么箭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有了有了，弓箭很多，很多。哇，没食物，下面的箱子源源不绝。我再换，有个射手绕铁矿上面喽。巧克力，你很胖啊！你才胖啊！他们进来了，他们进来了，骑马进来了。啊！换个食物先。烧到了，烧到了，烧到了。烧到，继续砍啊！继续砍，继续砍。你继续砍他。被砍死了，快要。你被我砍死了。哈哈，自己被我砍。哎，马要来了。巧克力，你可以换个帽帽，有比较好。那个剑手真的很痛。好，没关系，那个家里。家里又是黄金有人，哇！完蛋了，哦，痛，一直被偷袭，太烫了吧？嗯，他说好吗？跑这高速是不是？旁边有人是不是？好痛啊！啊！哇！有屋顶上也有一个人呢。对啊，我的东西哦！你怎么了？马进来了，马进来了！哇！哎，又喷了！没有马，没有马了，马死了，马死了！好痛苦哦！小心他们弓箭手，他们弓箭手真的超痛。然后右边有一个弓箭，哇，钻石装哎！对对对对哦，马又来了，马又来了，小心！我没武器啊，我也没。我给你铁片，走了。我家里下面箱子还有一些铁吧？哎，有人哦！哎，这是谁挖的？要看清楚那个、哦、弓箭结界，尽量在那附近。然后铁在放在里面了。有放一个剑在里面，你找一下。优势加成，优势加成。嗯，好像是我们优势吗？还是我们优哎？我们这样还优？还优啊？没有红队，速度一力量一，他们吗？对，他们速度一力量一。他为什么？他们杀比较好。他们是挖矿啦，挖矿，挖矿。有不一样的，你看那个上面是写矿物神。哦，好。好神奇啊、哦！你那个哦，好神奇，好无奈啊、哦！哇，我觉得我挖的比较多。哇，你在骑别人马哎、欸！我点到了，把马骑走。我说你不想给他力量，是舍命抢马、欸。我是举这个这个这来了，他走。有金哎，后面有人擦一下，擦一下，擦一下，两滴还剩两滴。最近怎么了？我又胃溃疡了，没掉什么装哎、欸。你掉了什么东西？衣服吗？没事没事，在家里而已，没事。下面的那个钻石他们一直挖走啊，抢不太到啊。就是因为中线一直被压过来，我也出不去。中线现在我在中线，我在中线。好。罗洛，620。有，我帮你刚刚帮你检查，是不是你吃了什么东西胃溃疡？旁边的蛋糕，我的手痒。哦，对哦，你不能吃东西，太甜了。还敢喝咖啡吃甜食啊？喝咖啡吃甜食又让你会吃到腻了。我们有用金镐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好，那我再要挖了，又要挖了。哇，好准时、哦！有人，有人。对对对，有人哦，家里把下面的门给挖掉啊！屁股后面有人哦，最终阶段了，最终阶段哦。就是同一个人一来偷来的。嗯，我没有多少绿宝石啊，51颗。啊，骑马的来了。哪里？要罪恶自己吗？等，我想要两次罪恶呢。孤单两次吗？我看对，是不是60？60，60，60，60。哎呦，可以哦，好像。哎，够，刚好。好，你两次罪恶啊，然后我们就慢慢杀过去。好，小雨，你也拿一点绿宝。好。
好，我给你。你们那个分摊风险。那我先最后了哦。就好，赵匡之就好。那我先最后自己喽。好，那是最后他们啊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可以两次。走了。不是最多90吗？没有，有120了。120哦哦哦，120哦哦，走了，那走了，那走走走。先解决嘛，先解决嘛。对对对，一只一只杀过去。家里出事我可以跑，除非我死掉。你死掉。有一个潜水仔。左边有一只，左边这个。直接招那个狂狮招起来了。好，一个。死。睡啦。我们这样子。哎呀，都那个喽。大家都一样。放加速喽。好。好。哎，你放别的吧。嗯，你放加速好。左边有那个那个钻石的。有。我先把那个。他救来了，他救来了。有人，有人。马在左边，马在左边。哪里硬啊？死两个了。死两个了。好，死两个了。好，中毒了。死两个了。我跟本机死掉了。微波断了，微波断了。是我们呢。有那个马哦，小心。哦，无敌力破破要破吗？要破吗？你会挖到吗？我们还挖不到。结合一下。那个钻石能管吃我？解释一下。三个喽，三个喽。他们呢？他们呢？哦，捅二十。哇，四个了。他们有死吗？哎，家里，我们家杰克，家里不是有手，家里不是有手。家里，大家都来了，爆炸了，爆炸了，都在了。嗨，哇，他们死三个，同乐会，同乐会，我们死了几个？我们死了个，好像更多，更多，一二三四，哇，应该无敌令的，七个吧？啊？怎么是我们死呢？让他们多一个人，我被一刀爆，挂下。不要那个力量，用力量。家里有人又来了，没事啊，我没事啊，来啊来啊，来来睡打麻将，还是凑两桌。Hello，Hello，嗨，嗨，给你们，给你们，给你们。尴尬了，哎，我复活了。哇，好应该无敌令的，活了！我要走了。GG。一堆人在举东西，叽叽叽叽叽啦！看来真的是啊，怎样？该改一下了。其实还是哪一个？其实啊，哦，力量大法，真的。但还好啦，就有在克制他。但他们因为弓箭手也很多，因为他们弓箭手都很有钱，全部都是用中毒箭矢。对啊，他们还用酿那个超多药水哦，有用药水师，他们有药水师，难怪哦。全力以赴的打过来。什么时候突然他们都团结起来了？可恶！而且他们好几个都穿钻石装的，好难打。对啊，超难打，超硬的。又不说要全力来打，我们又没拿出实力。对，上次就说你们要用尽全力，可以先说。先说嘛。不讲武德，直接啪啪啪啪啪打过来，这真的很强，真的很强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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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药水在哪里啊？弄酿药，药水那个在商人那边可以那个巫师吧，那边都有各个材料。哦，别笑嘛，有凶，厉害厉害。因为其实上次我就想要消马了，所以消马马一直骑都还蛮厉害。马其实对啊，对啊，马的那个真的很痛，不要被控制住都跑很快。对啊。这也是你抽到快马的时候。对，那你到底是不是要吃完啊？吵死了，在旁边吃。先烤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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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烤，真的没了，快死啦！再烤啊，再烤啊！休息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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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辛苦啦，辛苦啦！啊，不行，真的没办法打 PVP 耶，手汗好多。啊，F3 不能按。感谢大家今晚收看。我已经发现我一个月没有在礼拜五开台了，因为那时候跨年完之后太累嘛的礼拜五。那再来就是之后开始吃药跟太累，所以礼拜五几乎都没有开。
等一下应该会继续开一下下吧，问一下在吗？你到家了吗？要收尾吗？感觉这不会剪出来。好啦，收一下。好啦，感谢各位观众，拜拜，里面拜拜。好啦，感谢各位今天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在，要不要玩？快点，要不要玩？要不要玩？懒懒要不要玩？要不要玩？要不要？要不要玩？下午那款，很喜欢你偷听哦，都没打字呢。可是你没有在用电脑。中断连线，看一下在不在。啦啦啦啦啦，出去就是一刀。蓝蓝，你在不在？不是啊，我怎么看你开着游戏啊？你嗨，早安。你，哎、欸，你下午什么时候断线的、啊？我看到我上线的时候已经死亡了。你死超久的，就等一下哦。游戏声音好大，所以你背叛了我。No， 那时候我只是离开了一下，就是我想去测试个东西，然后离开了一下，就离开那个瞬间，你死亡了。那你是不是背叛了我 ？No， 你就是背叛了我。你测试什么？那时候你还醒来说，他起来说不醒来了。然后我想说，哦，终于可以复活了吗？不是，你要跟我起来是因为我在楼下睡着。哦，是啊。对。哦，是啊，是啊。对啊，你有没有讲？哦、你怎么没有说？哦，快进来！所以你在测试什么东西？嗯，之后再说。靠！那用打字的。之后再说。先玩游戏。哦，不说的。哦，我好期待我的那个插霸的手腰杆来哦。别来我了。蛋内啦，永不评价。十三安安，还有打字有点久，什么时候看到了？对啊，我有打字啊，我来的时候就有说。打这个没办法。看到是偷练粉啊？没有，你不是也十四吗？十四啊。对啊。你才偷练等呢、欸！我没有练等啊，我就挂着而已，是你自己不见的，我怎么偷练？哎、欸，我们有一万多块了。你有骑哦，睡前是六千多块啊。你睡起来只有六千多块？我睡前记得是一千多块。啊，对啊。哦，一级一个，好开心啊！看太久了啦，叮叮两声就好了。那这种什么什么什么是什么？我按到什么？哦，可能会有一把剑。我的技能啊，现在干嘛？登屋啊，登殿啊。哦，对好，你等我一下哦。哒啦，走吧。嗯，我们用传送的啊。哦，好啊。都到这边了，走了啦。我都忘记了。还可以顺便打蜜蜂。蜜蜂好像也没差啦。卡片啊。哎、欸，对哦。对啊。啊。蜜蜂卡片不好打，那蜜蜂要挂的地方有点难挂。地方好像只有那边有的，这两边啊，这边跟这边、欸。我调一下音乐，有点大声。
你在哪里啊？左边啊。这蜜蜂要闪比较难过啊。我在右岸边挂蜜蜂。最最才可爱。如果键盘声音太大声，再跟我说一下。不会啊。哦，这边好多只哦。来了。救命哦！走啊走啊走喂、欸！它真的不是很好躲耶。躲你啊躲你啊！我来了我来了。我举了我举了我举了。哎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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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喝水喝水喝水，阿宝要水，喝水不够，喝冰就好。是银吗？有银大大吗？有哎、欸，是银大大哎、欸，画图厉害的大大都来了，开心死了。好像还没看到荆棘的蜜蜂哎、欸，金色底的啦。对啊，还没看到。对耶。對耶，啊、現在去这边钓鱼好了。嗨，你好。你好，请你走开。Okay. 为什么不能钓鱼？因为这最好的位置被我占住了 ，You know？ No。哼，不是大大，我的老天！你打蜜蜂，我钓鱼，这样怎么样？你钓再跟我讲，换我钓鱼。对啊，然后再换我去打。嗯，我掉来，我掉到一个蛤，蛤。我怎么知道我在这边可以钓到什么东西啊？你就夜视起看啊，不教你了。哦，对，好哎，谢谢哦。会钓到垃圾哎。我声音会太大声吗？不会啊。会太小声吗？你可以再大声一点啊。不行哦。还问？还问？当然要问一下啊。还问？真的不要再订阅我了。欸，对，我要贴了。我的天，不要听繁星大大说那些。嗯、不会，刚刚好，萧燕最可爱。你这样会不会累啊？谁？我不会啊。是啊，因为我作息本来是这时候醒的啊。嗯，不应该哦。什么应不应该？你不应该这时候醒着哦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时候应该就是我把你敲晕的时候。上来啊！抱歉，无法，太贵了。钓到三种鱼了，不要再订阅了，我会生气。我生气就会打繁星，繁星就会不开心。然后我不开心，就会叫你们去订阅，你们订阅才会不开心。这样子吗？没有错啦。哦，金色的了，这应该就是最后一只了。没卡片，
哭呀哭呀。莉恩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对，这是一个轮回，就像巧克力打波波一样。哎，我的运气不是很好。你们是不是喜欢看我打繁星？我要讲一件事。才这样说话。我要讲一件事。怎么样？还记得繁星女仆事件吗？就是懒懒策划，虚屁呀、啊！就你妈的！我们这件事小声说。看，我超大声的讲。哦，我知道你自己也喜欢。我当时很难过。没，并没有。你那时候，哇，终于可以跟大家说出我的心声了。哭哦，捡到了啦，卡牌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继续打。好对呢。酷欸对啊，那时候就是在吃饭，然后手机就拿去用。你要知道，那其实真的就是繁星大大他自己的心声。是你妈啦！我就为了满足他的心愿，带蜜蜂来咬你。我跟你讲，他就只是傲娇而已。啊啊啊！你过来。我要打醒你！啊？哎、欸，看我的位置哎、欸！给你了，给你了，给你了！不是我策划了，是他那时候跟我说：“哎、欸，兰兰，我真的好想穿女仆装。”你个头啦！你还不是说你很想开台，很想要十万订阅，很想要在家里赚钱不到？心姐，对不对？我才帮你的啊！我是真的想在家也废着不动，然后有十万块一个月。看谁不想啊？我也想啊！拜托，会订阅我的都是有病，对不对？我也不知不能这样说、欸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打到了啦！你钓到鱼了没？然后都打完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废物，还没。你个废物！你知道为什么现在繁星这么凶吗？因为他的秘密被大家知道了，所以他其实现在有点恼羞成怒。我跟你讲，他整天喊说很穷，没有钱上来，就是因为你们都不给他钱，让他上来。共生相，互相伤害是不是？现在是互相伤害的季节。他现在其实很想要上来跟大家见见面之类的，但是他就是现在上班没办法，而且嫌车钱贵。哦，我现在想上去就只是想要去走进一圈而已，一圈而已、哦。下去了。对，三拳好了，三拳。哇塞，我还不把你敲晕！现在，我的，你到底钓到鱼了没啊？没有，差一只。你不会去另外一边哦，臭小孩。那边可以哦。嗯？哦，对不到、嗯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比较吵。为什么啊？真的不行哎、欸！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要吵啦！真的哎、欸！好，那你跟我讲为什么？来啊，讲啊、我只想讲一些干话而已啊！我真的不行掉哎、欸！我看你来我这边了。这里哦，他刚刚怎么在这边会显示钓鱼？都有啊，行啊。哎、欸，你去那边，乖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在吵就下台中打你哦。哇，超凶哎、欸！欠凶啊！我知道这个是我需要的。就鞋哦，我已经不知道掉了几双登山鞋了、欸。你下台中要给我30万？谁？他们哦、喔？你？来啊，给你啊！不行，你看他们都这样子，
等一大堆，好答应的、哦啊、但是不行。恶人先告状、欸，我恶人先告状，哎、欸，现在有证据，我好像你看要下去给你钱啊，但是你就说不行，并没有，并没有。你看这个人哦，哎，并没有，对对对，忍忍忍，干你，鱼掉了，我再骂一个鱼，我再骂一个鱼。哦，你没有看到吗？繁星超级凶，他就很凶，怎样？他，你看，当上朋友之后就变成这样子了。在干嘛？烦呢、欸，没钓到，很小一格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知道你是说哪一个很小一格了，我也钓到了。结束了吗？中了，山中垂钓，我是去打怪吧。钓完啦，我不用钓，我不用打了。赚经验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经验差不多了。我还没钓到，你哭啊、喔！哦，哎，他今天是不是特别凶啊？他今天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玩的游戏怎么了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邪屁！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我被打了啦！弄脏衣服的史莱姆。哇，他我要被打了啦！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啦，因为我没有在你旁边。你知道为什么不救你吗？因为我不给你钱啊！我在你耳边说话，你听到吗？来来，我再跟你说一句话。好啊，好屁！我们明天下一次中餐，好啊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好不好？你说什么？我刚讲啦，你不是在耳边，我在你耳边讲话。哎呦呀！我先。啊？很想突然，很想贴一个截图给你看，不是截图，应该是梗图， yeah. 周杰伦那个。对啊。啊干！你不是这种欠我十块那个吧？嗯，嗯，那个吗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麦当劳。啊，七里香呐！啊，是七里香哦。就对着耳朵，对着耳朵讲一句话，不是吗？对啊，对着耳朵说麦当劳啊。对啊，我知道啊。麦当劳。对啊。那个是有一定年纪的人才懂的，至少要18岁以上吧。那个就是我高中的梗图了、欸。你高中？对啊。你高中几岁啦？我高中几岁？高中还可以几岁？20岁在高中哦、喔。你高中我大概才国小吧？还是还没出生？怎么可能？你还没出生啊哦，钓到了！不懂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不懂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肯定你知道为什么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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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钓完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走啦走啦！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并不知道，我并不知道。因为你没看过，因为你太年轻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之后就会那个习惯，说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有人不爽。钓鱼，钓鱼。有吗？没有卡片跟鱼耶、欸。有啊，那个花的，花的发，花的发。
你二十四了，那就表示你不常看迷音。我迷音。嗯，那个。那很早期耶，早期那个也不叫迷音吧？我也不知道，那只叫枯手图吧？对啦，应该算是改图而已。对啊。你这边都小小的鱼。只要有一条鳗鱼，都还没钓到，很细哦。看来你是幸运星呢。绿鱼，枯手世界，天哪，枯手，枯手版。我在台湾论坛的时代也是很爱逛枯手版。好呀，好，你讲话要按到。怎样？按到啦。这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海马哎、欸。哦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这个池子里会有海马？以弃养的啊。来看，很快就死了。海水鱼丢在淡水鱼里面。醉啦！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站在我旁边。哦，我知道为什么了。有没有补充糖分？等一下就是要去喝饮料。这句变了口头禅了吗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凡希，不知道哎、欸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会有这个口头禅，也不知道是上班害的，是你其实以前就会这样讲，只是没有那么长。是吗？对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你讲啊？他每次都不讲。社会的洗礼，我正在说，你太急了，你这样子不行，繁星。还是掰吧。没有，我在认真钓鱼。你看，钓到了。我差海马。打怪啦，打花啦。哦。三。二。走了。反省干嘛啦？在钓鱼啦，这是不对的行为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在威胁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钓到海马啦，我要去打怪啊。你这是不对的行为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。为什么？我不管，就是没有。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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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最，你这样子就是没话题找话题哦、喔，我不可爱。就是、你这样不行哦、喔，最最。你知道为什么不行吗？因为你说说的人，这不是什么啦？你刚刚讲了，你知道为什么你不行吗？哦，我没有注意耶。海马到了，海马到了，海马到了，不要打，就是海马了。看吧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吗？我来了，亲爱的，爱上你。通常这句话接下去就是干话，没有错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就没想什么想法，然后讲这句话再出来拖延时间而已。对啊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、啊？因为繁星就会这样、啊。花怎么都不出了，下午不一大堆。你知道什么吗？你讲来我听。我刚刚打的，我打死了。知道啊、可是不会出了吗？下午打的时候还有、啊。有，看我出来了，被我打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好，看到了。你知道吗？看我现在又有花花了，好被我打死了。你好棒，你好棒，你超棒哇！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哦，你好棒，你三百万啊哇！没被打过，对不对？我很棒的话，给我钱。你看他每次讲这句话，然后给他钱，我不要啊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你就不稀罕我的钱啊？没错。
比我穷。那你要让我打你，然后你就会开始喷钱，这样我才会觉得这是我应得的。应得去死啦！这个就是打怪掉宝一样的概念。你知道什么吗？你是没被打过啊？是没被打过啊？我不想知道。YT 通知好烦，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了 ？YT 通知怎么了？通知你什么？他通知你什么？他通知你说繁星要打你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干嘛？我要打人，怎么了吗？不能打吗？你不能打小林。好戏啊！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先打、啊。因为小林是我们宝贝。哇塞！你迟到很久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很久，两个小时以上而已。嗯，这款游戏也开了30分钟了吧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王国杰，因为晶片战结束了。我把标题改，你知道什么为什么吗？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一直在说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今天也没有为什么。就只是想讲讲干话。为什么那个鸭子不能打？啊！你今天可以改300万个为什么？啊，100万啊，不是300万。我家有那本书哎，100万个为什么吧？对哦，好像是哎，100万好像太多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不是故意的啦，我太想要300万了。300万很少哎、欸，哦，这样。什么叫少？这是因为你已经不年轻了，你已经觉得说你需要的东西更多，更需要那些錢。所以我才跟你讲啊，你老了之后你就知道300万其实真的很少啊。可是我连那300万都没有。对啊，所以要赶快赚啊！哎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啊、哦，10万个为什么？不是10万。10万啊，10万蛮多的、欸。你刚刚说100万哎、欸？对，我知道、哦。原来是10万个为什么？我家好像有10万个为什么续集至少6本吧，所以至少60万个为什么？这样哪一本哪有10000啊？白痴哦、喔，当然是上分上下的啊。哦，是哦，当然啦、啊。他骗我，我小时候一直觉得他就是一本里面有10万，然后我就看不完。他搞不好10万个字不看了，他搞不好10万个字都不到嘞。十万个字应该一定会到吧？没有哦，真的假的？你干嘛、啊？小说10万个字应该会有吧？要骗我，我没看过、哦，我有看过那一本。这不好说、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嗯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我们现在有20000块了，我才16000哎、欸，你赚多少钱啊？啊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还是那时候我在吸钱的时候有 bug 啊？不是哦，搞不好是我就死在地上哦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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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那时候真的就是我离开的时候你就死掉了，我还担心说你的经验比我多很多。然、啊、后而且我去做测试的话是用另外一只做测试。对，那是测试什么？嗯，这个游戏不是有指令吗？指令？你看我升级了，你嘞？我还没想看，就是我先离开了啊。哦，每次干嘛自己跑去测试？那时候想说无聊看一下嘛，没关系啦。差个几只经验而已，对不对？帮我看一下。嗯，没差啦 ，I don't care。对啦，没关系啦。你知道为什么你只能说懒懒可爱、懒懒萌吗？因为你没有其他想法，你只有这个想法，你这样不行。我们应该突破一点想法、嗯、像是说一些教主可爱、教主萌，
小远可爱，小远萌，对不对？这样躲多远啊？我惨了，我今天好像太干话了。你今天压力很大，我发现。因为我明天要上班。你死了啦！不行啊，我没钱。有观众啊？但我没钱。有观众啊？啊，没，我一个月至少三万呀，三万呢、欸。有观众啊？三万以上呢？不行。观众啊？跟繁星玩的人是谁？是路人哦。路妈啦，路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是，你看啊、哦，我的全名叫陆你妈。对啊。那他姓懒懒，名陆你妈。懒懒陆你妈，哇塞，这个名字不是很好听、啊。懒懒陆你妈，哇。哇塞。这外国姓有点猛哎、欸。我在打哪里？我在看聊天室。你是啊，这不就逛街就好了。对，蓝蓝路在跟繁星玩的是麦当劳叫，对啊，所以刚刚一直在讲说麦当劳，麦当劳是这个意思啊。他说靠近我耳朵讲麦当劳嘛，就这个意思啊。所以我的名字是蓝蓝路，然后、嗯、蓝蓝，哎、欸、不对，应该是姓氏蓝蓝路，然后名字是尼玛。嗯。我、哦、怎么那个花那么难打、啊？花木兰打喝水喝水，那花那么难打，你是不是嫌我口齿不清？没有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不想知道。明天假日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知道我的客人会很多，肯定会很多。可以来我的店里，然后二十一个人就好，来我店里，然后坐一整天。他不会赶人吗？我们没有时间限制。是啊，我过去你又说红下去就黑单就绝交，我的天！哎、欸，那是看情况。我允许的情况下是可以的。那就找台中工作室那群人啊。嗯，阿定两个嘛，然后胡子两个。我要做可以做满五个小时的。我就在那边玩啊。玩桌那边玩桌游。那边当桌游店在玩，不会、啊、网红哎、欸，知名网红跑到别人那个拉面店玩桌游，那请在我上班的时候都来，拜托。他们已经在研究我的名字啊，都是你的错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在干话。你就干话啊，干话就多啊。幹話你是干话系教主哎、欸，不然就是啊，拜托。哪有？你原本是可爱系教主，那你现在是可爱系干话教主？可干系教主？哇塞！现在还没十二点哦，大哥。十二点啦！你在干什么？什么叫十二点？现在才十点四十九分。没有啊，我是过不是九过日本再过去一点的时差。呼啦！好奇店在哪？嗯，这个哦，这个我以后再说。就等他，等他离职再说。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新进员工，如果真的因为这样子爆客人的话，我不好处理。爆客人，爆客人。我就怕说来找人的、哦。对啊。而且我们这边有时候会有。一些神经病比较动漫迷、二次元迷的人进来，然后进来就给我先唱歌，因为我们会播一些动漫歌或者是初音的歌啊那种的，反正就是日本歌。然后我之前都有遇到三个比较胖胖的、胖胖悠悠的，我进来给我先唱歌。我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那下次进去的时候，我要大喊：“你知道为什么吗？”哇塞哇塞！我请你出去，然后报警。不好意思，警察，我们现在这边有一个神经病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你在问我说：“你知道为什么吗？”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警察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会来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警察不好意思，这边有一个自称叫繁星的在发神经，快点把他抓走。跟着唱的那种，我觉得小声是还好，不要就是大声，就是在那边有点。挥。对手拿着空气荧光棒在那边挥，我天不行，拜托不要，先回答我的问题，先去点餐。不要在那边。你为什么要摸我？哦、我家猫咪嫌我吵。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 ？Shut up！ 喵。小林鹿，其实我觉得女生跟着唱，我就觉得蛮可爱的。啊，我圆圆肥肥的女生嘞。可以啊，可不，我觉得要看大不大不大声，我觉得是礼貌性的问题。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说，哎、欸，我得到卡牌了。嗯，好嘞。我那时候说，伊拉夏马塞，请问几位？然后他们没有理我，我说三位吗？然后其中一个就给我点头，然后我就说好，这边请帮我点餐，谢谢。这样之后，中间站在中间那个最大字的那个就一直在给我唱歌，不太理我，然后我就觉得。我随时理智线会断掉，我以为我 EQ 很高，你很高啊，其实很高哎、欸，我也不好说哎、欸，我不是很确定。啊会，我自己也是会唱啊，我有时候在洗碗的时候也会一边唱啊，就听过的歌啊，然后好听啊，尤其是店长放的歌，其实我都蛮喜欢的。应该说我们那种就是都会听同样的歌。然后就是洗碗的时候就会唱。你不是圆圆胖胖的小林，你是大美女。你知道为什么你是大美女吗？你不是圆圆胖胖，你是矮矮短短，好不好？哇塞！可以不要把你跟那种圆圆胖胖的女生做比较吗？就是我就是圆圆胖胖，我圆的像月亮。你是说？上弦月吗？胡啦！我是说满月。满月也是会有那个吧，月缺的啊。寻找满月。你那直接瞪奥黑哦，我会看，我会直接瞪我的同事。就是我生气不会生气在客人身上那种。因为我怕被写评论或者是被客诉。我就觉得这就是第二个麻烦。那老板会看。对，然后我还不如去瞪一下同事，然后给同事耍脾气。然后他们会说：“啊，你怎么了啦？”我就会说：“没有啦 ，OK 啦。啊”那你店长不是很爽？为什么？不是你不是都会说哦，你会打他、拍他什么之类的？那是玩，那是在闹。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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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之后我真的是难得。来来来，我问聊天室的男生哦。如果你心仪的女生因为闹脾气然后拍你，是说哦打一下没关系，你们会很开心吗？来，男生们回答。欸、我真的没有闹脾气在拍他，我是不是闹脾气就是在开玩笑在闹的时候。哦，可能好哟，你干嘛啦？拍用一拍，往死一拍，来拍到吐血。我问一下哦，你先闭嘴。一个男生喜欢一个女生，然后那女生那个你对那个女生讲干话，那女生就是很就是说哦你白痴哦，然后拍一下你们会不会很爽？会吗？就对打他小，对，你看好爽，多拍一点。我跟你讲，你真的不要觉得我都在讲干话，好不好？我没有啦，我现在没有了啦。啊，我昨天是真的是一肚子气。打到了，好，我们可以换下一张了，继续收集。M 属性的应该会很爽。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你两万块了啦！你刚刚打到卡片有那个啦，卡片新手，然后获得。那我现在有两万三，你呢？两万二，那差不多。好，那差不多。那我们换下一张。哎、欸，最最好可怕哦、喔！最最很可怕、啊。他好可怕哦、喔！他是你朋友吗？他是我干爹、欸，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谁。哇塞，最最，你看他。你看我，你在哪里、啊？看我。你们现在去哪？现在哪一个人？我刚刚怎么听到屁声？嗯，摇椅子，要再听一次吗？
哎、欸，这个问号少一个哎、欸。哪一个问号？我开 DC 给你看。为什么你会有问号？为什么我没有？你看我画面。你是哪一个啊？哦，上面哦，是任务吧？啊、那个应该是那个啦，啊、那个洞穴，我们还要后面才能回去拿的东西。哦，这个惊叹号还有两个。那个是任务，没有解到。这卡牌还有两三个。那我们去下一个。這卡牌還有一個啊，野猪。对，我们去打野猪吧，很痛的野猪。我好想要宠物哦。啊，你后面那不是哦。那个是召唤兽，啊，吧，召唤兽。宠物有七只，至少你怎么知道？游戏写的啊。哦，好，看一下，领个天赋哈。我可以升级了，我们有钱可以升级弓箭了。你打开的话，你可以看到有七个猫咪头，跟八个地图。哦，是那个哦。嗯，那猫咪头就是宠物。他叫我菜鸟，我真的一拳打死他。嗨，菜椒啊！菜椒啊！我喜欢，那、我也想要有一个椒啊卡。然后我就椒啊卡好丑、哦。要看呢、欸。哟呼！你好会射。哇，好会射，我都没懂、欸。哇，533哎、欸。什么鬼？我看一下哦、喔，暴击啦！哇，316哎、欸。差不多啦。很痛哎、欸！别惊啊！人家射不到。喝水。加巴加卡加卡就是鸟脚，鸟脚啊，很丑的那种脚。你知道为什么它叫鸟脚吗？你吃的鸡爪就是一种鸟脚。靠腰哦。在骂什么啦？害我收干哦！你最最，你看你害他收干收成这样。Oh sweet， 要倒鳗鱼。哦，电鳗哦，好小格哦。电鳗鱼吧。哎、欸，真的哎，那最难的应该钓到了。哎、欸，这样小怪物可以帮我们打他哎。小怪物。不是小怪物啦，小召唤兽。哎妈！好大、喔，好小个，又是电鳗，又是鳗鱼，干我啥事嘞？咋回事啦？咋回事？咋回事啊？我等一下去拿饮料。你又点饮料了？没有，那是中午点的。哦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可以讲人话吗？拜托你了。因为我家一次点可以免运费，然后我会觉得冰在冰箱一两天内喝完，我没差。可是点珍奶不是珍珠？不是，没有，我没有点珍奶，我后面是点水果茶。不是欠打、啊？怎么了？水果茶怎么了？每次都跟我讲哦，好想喝珍奶什么之类的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吗？因为就是点一点的时候，我就会开始思考我要不要喝啊？那我现在想不想嚼？不想嚼吗？那是不是可以拿买其他来嚼？跳跃式的仿香法，这样算吗？没有问意见，问到最后还是到自己意见走那种，就很北兰。不是不是，那问意见都是在推动我的想法，你懂吗？就是啊，你被咬了。可能问你说啊，差二十块运费，差二十块就免运费哦，你觉得要不要点什么？然后就开始在收集你的想法，就有点在填表单的感觉。对啊，然后完全不按我的表彰走啊。哦、他好想喝东西哦！哦，好、啊，吃牛排好了。啊啊啊！简答题，你们给我个那个选择题，要结果嘞，讲出来是那题简答题。嘿嘿。
哇，等一下醉醉你干嘛这样？不用麻烦这样子。没别的鱼了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你大家看一下，我看有啊，哎、欸，对，没嘞，只差一张卡片跟三个问号。好的哟，嗯。对哟，安安安安，安安安，路程是路吗？十一点了，广告是这样啊、哦？嗯，我这样。等我一下，我想要去拿一下饮料。哇！猪咬我，猪咬我。要记得救我。嗯，你知道为什么？我拿下耳机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对呢，它可以装树。来来来，装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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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怎么快死了？不要，麦西！好了，他又就不救他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先不要救我，那你要死，你要再死一次是不是？再让我死一次。好啊。唐默去睡觉了，晚安哦。小燕晚安。等一下，什么东西好幼稚？教主做了什么？嗯，我做了什么？还是你在说最最幼稚？应该是哦。是吗？我怎么可能会幼稚？你一直都很幼稚啊。我没有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干！啊，我要死了！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那、啊、因为你太幼稚了。黄金猪猪，阿进，进，有首歌好像说，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。等一下，最最你在威胁我吗？你知道为什么我刚刚不说话吗？你在喝东西，嚼东西啊！哇，你真是厉害！拜托你放屁，我都听得到吧？我不晓得、啊，为什么要这样让我骂你？我以前的我不是这样的。我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认识了我。怎么办？你说后悔认识我，是后悔当时回 FB 了？好可爱哦、喔！哇，在哪？嗨，小懒懒，哎、欸，你会挥手哎、欸？为什么？对啊，就我刚刚叫你不要救我，我就想看这个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就知道这个东西？就上面有技能，有两个技能。欸、真的哎、欸，嗨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哎、欸，我可以钓鱼吗？必死，螺丝。别救啊！好可爱哦、喔。来救你了！等一下，我要再研究一下，不要救我！他会没经验呢、啊？是吗？好像是哎、欸，救我！
等一下哦。好哦。我问一下，弟弟今天还好吗？哦，懂。嗯。其实我们守岁可以玩这玩很久。守岁吗？守岁什么时候啊？22号。这12号，11号。哎，应该说10号，11号除夕啊。哎，应该说10号除夕，除夕初一嘛。哦。你要死了？没有，我刚才在抓额头，我刚刚额头超痒的。哎，这边怎么会有一个星星在跑？什么星星在跑？你看，我没看到哎、欸，我都没有。你刚刚死在那边吧？哦，树这样吗？啊，你的那个小小灵魂吧，死在那边是不是？你小雪人，刚、哦、死在那边还是什么？那是不可能。合理。猪有那么难打吗？难打什么？这就是他的那个牌子。我刚打到一个啦。哦。对，是你。你知道可以。他撞的时候，他撞到墙会晕，嘣！你看像这样子，所以他还是敲到我一下，他坏坏，你也坏坏，我哪有？我靠！刚想救你，哎、欸，不要救我！不要救我！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好可爱，我等一下死掉要记得救我哦。我来了，闻到死掉的味道了。还没啦，想到以前玩打棒，就是我们会有打怪物会掉神肉，嗯，可是100%会打到神肉方法是要拿弓箭射，啊，是哦，对啊。那时候想说奇怪，我只是要生肉，生肉怎么那么难打？以前没那么难打、啊。Oh. 然后那时候就研究哦，要拿弓啦。这样子。喝水，喝水，喝水不够，喝 fin 就好。哎、欸，我真的有蛮喜欢喝 fin 的。不甜啊，刚刚好。对啊，反而是舒跑太甜了。哎、欸，我后面 fin 还会再稍微加一点水。我 fin 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。先睡啦，晚安晚安。晚安哦。明天不是假日吗？可能是今天周五比较累。哎、欸，不过我觉得挂机那个蛮有用的。挂机什么？对啊，今天下午挂机，只要我不离开的话、欸。你说互相复活是不是？好像是吧，我也不确定是不是能互相复活，因为。我到睡觉醒来的时候，我们虽然都残血，但都活着。然后我只要退出游戏再重进的话，血就会回满。嗯，哦，对，所以只要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也不太妥了，然后我可以重进一下。嗯，虽然睡觉的话没办法去用这个，然后就是我醒来的时候去捡一下钱就10000多块了。因为其实最保险就是我们学人至少还是要三阶、嗯，还有第三阶更大。你怎么死啦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想打我是不是？想打我是不是？跑跑跑跑跑！跑跑跑，向前跑，还是你要长龙？冲冲冲！引擎发动，引擎发动。哎呦喂、啊！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嗯，来吃补包。大门口我要死掉了，大门口有补包。呜、哦，可是我还是要死掉，等下被撞一下就。
84哎，我加了84滴血，好难打哦。他是金色的，往下往下往下，我上打他，没掉，下面都没哎。不过我刚才喝水水，会喝了啊，大包水水。哟，现在的猪都那么凶吗？后面就知道咯。还有更凶的哦，我有去到沙漠，吓死我了。为什么会去到沙漠？那个，那什么万圣节那边，的另外一个路就是沙漠。你怎么会走到那边？我路痴，走错了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哇，沙漠哎，看一下，你直接差点被打死。帮扶。我没死起来啦。你的水是什么水啊？宝宝水，不是宝宝水，宝藏水。宝宝药水，宝宝果酱，就是大宝力增加。嗯，一样。哇，你扛下这个猪的攻击耶！我扛下这个猪了，我睡掉了。快点给我！古巴去吃啊，他们有两个。等一下，他冲过来，他冲过来，等一下，我剩三个补包，快去快去！在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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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看到了看到了，我要数啦！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还没吃到补包，都留给你哎，好的都留给你哎，天啊！低吧，低吧，你是出来想玩斗阵吗？有了，哎、欸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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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现在是太差点死掉了，妈的！还有什么？卡片好了，吃的也好了，鱼也好了。嗯。去森林，去森林打嗎。好 ，Let's go。Go。那要不要先回回村？我们缺什么、啊？我是缺这个嘛。反正那个什么布的，我们打过了。我看一下，我还缺三张。稻草人。那个花也是啊。那哦，对了，精英级的稻草人超难打哎。不知道啊。这举盾。哦，是要举盾才可以啊。对啊。嗯。你掉过啦、啊、你忘记了、哦。忘了。你还记得什么？要去哪？我不要打。哦。今晚没有怪兽在到处乱跑。哦，好了，那是。哎、欸，来喽，还任务哦。还任务哦，糖糖，你是糖糖对不对？他是糖糖啊。紫色的技能点。
我要点弓箭。那你要用弓箭哦？不是啊，就是射箭的速度可以那个。哦，快点！外面有两个稀有的南瓜。No。是石棒吗？啊，你没喝水。我忘记喝了。就是我现在点的，就是射箭之后会更容易掉箭矢出来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嗯，反正可以洗。糖糖表示问号。糖糖，没有、啊、女巫叫糖糖。里面有一个漂亮女巫叫糖糖。对。金色稻草来了，我来了，兰兰，我老了，兰兰，你在哪里？那吹不掉你呀，我们在同一个平行线上。上面，上面，上面。对啊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好棒！你要复活自己的，我复活不了。没有没有，我在哟，你这坏东西，我被吸呀，我被吸呀，哎、欸，我被吸呀。我加了就这啦，蛋你啦，就搞我耶。这边这边这边，有了，在稻草人，要找稻草人多的地方，下一张吧。稻草人还有那个会飘的灯笼啊。对啊，可是你那边就南瓜，要过来一点吧，那边没有稻草人。空宇安，晚安。安晚安。Good。 我应该换一个比较好的盾牌，不然好像被打破。要换吗？你去买啊。晚点换。花花，板子，小心！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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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你都有吼，应该来这边。
嗯，十二点关台吧，休息。要休息了。嗯。好、哦。明天感觉很累哦。嗯。讲他们在讲。没有，是我自己感觉。你每天都很累。对。只是明天会更累。因为明天假日，上。刚休完假就要给我上班。要套全联的一句话。那。女生当男生操，男生当畜生操。没错啦。对啊。你打到一张卡片应该就。没有，打到卡片怎样？就来播个广告好了。好啊。不然一个卡片其实也蛮久的。不然先播广告。我刚好像打到一个黄色的东西，那个应该稻草人的东西吧？对啊，被你吸走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一顿。这个游戏到现在还是贝塔版。对啊。真的很厉害、欸。啊，没有啊，这一个人做的。一个人哦。还是两个？我记得是好像一个夫妻还是一个人做的，忘记，反正是个人工作。那真的蛮厉害的、欸。对啊。所以他才不会一直特价，因为他没办法。嗯。没办法特价、啊。目前这游戏好像找不太，也不太会有什么 bug 吧？没有哎、欸。那表示说他其实做得很好啊。Hello。又被你吸走了。很烂的衣服你要吗？加魔工的。没有啦，是收藏。好、哦，不然你要吗？给你啊。你有了。衣服我有第二件啊，给你。我来。谢谢啊。什么？发了吗？嗯。他们的东西都打到了，怎么知道？就在看啊，只剩卡牌没打到。有了，一张，
拿到的哦哦，播广告，你好棒哦！哇，我播广告，谢谢蓝蓝让给我。哦吼吼，来当，你要输了，你要输了，你快过来啊啊！你在哭。哭起来！不能举盾救哎、欸！然后 A 复活直接死掉哎。你跟我同时喝，很好啊。一个给你，你比较需要、欸、其实。一个给你，好，不管啊、不知道为什么，走出去吧。我每次只要出门回来都会很困。哦，也是可能出门一段时间。对啊。金色的，金色就喝水啊！不给我喝，哇！我没有，下面都没有。你吃吧。啊，出门好累哦，现在是超困。你吃啊。右下角。哎呦！林北系啊，不是林北，林州嘛啦，林北，拍谁啊？走嘛，你写对，走嘛，哎呀，要哭啦！是啊，一直会有一个很像荆棘的东西冒出来。那个是那个精英级的那个花。会才会有的哦。啊！我要死掉了。
哎、欸，他会捆绑我哎、欸！天哪！对啊。有了，稻草人卡牌，我哭啊！恭喜你！哦不，怎么又是我的？很好啊，小艺人一半。谁？记得不广告哦。我想啊，我被捆住了，播不了广告。没事没事，好，哇塞！上面怪上面怪上面，啊，你很欠扁。欠扁的啦。草莓奶茶安安。还是打字哦、喔。对啊，你看一下。好啦，不然先到这边吧。真的吗？嗯。啊，你们爱困啊。对不起。没事啦，这就不要撑啊。就是很不好意思。不会啦，反正就是你硬要陪我加开的，天啊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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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举盾。我好想玩。举盾。我躲开了。屌吼。屌。好啊，搞掉的。要现在睡吗？还是好啊，好啊，还是要去挂一下之后。你要挂哪边？万圣节现在我们不能挂，没办法挂。对，回去兔兔那边挂。对啊。你带我走，你开传送门，我们走。哦，快走，往左边走。我想打他们呢。你到底？你打不了了，我要救我。啊！来、啊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哎、欸，我很怕你打到卡牌之后我捡不到、欸，哎，不怕啊，你给我起来，
麦当。快点，要多久？游过来。老师。哎、啊，我真是觉得这是幽灵，就是很像你本人啊。为什么不开传送门？是不是不能开啊？可以啊，我以为可以啊，我试试看哦。好啊。哎、欸，可以哎，我以为哦，要人传传送站哦。一下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行？哎呦，那先上去再下来。好了，我们的懒懒大大要休息了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，你累了。对，我非常困。嗯，没事，各位不好意思。没事没事，可能明天。啊、明天再说啊，等他看他状况。你的是小雪了，你要把它变大。我没办法，你看我。可以啊，按久一点。哎、欸，要按久一点。好了。刚不知道什么怪怪的。嗯，就怪怪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你看它红红的。哎、欸，好了。好啦，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啦，那今天晚上就到这边啦，感谢懒懒，大家晚安喽。拜拜，你们好棒哦！嗯，不不不，晚安。是广告喽。然后要等十秒钟。晚安喽，各位，赞哦。赞哦。好好休息哦。酷哦。早上有可能开哦。好。记得早点睡。对，早点睡哦，不要熬夜哦。现在很少深夜台哦，都是早餐台的哦。大家一起吃德式香肠。啊、好吃啊！